首先，请您欣赏一段相声《快乐生活》，表演者是李鹤彪、韩鹤晓。说到李鹤彪啊，我得多说几句，因为什么？李鹤彪在国内有“小鹿晗”之称，长得帅气，可以说是玉树临风，是不少少女和少妇的杀手，真的啊。表演风格呢是落落大方火爆，有请二位。谢谢，我就是小鹿晗。哪你们小鹿晗？谁说退票？敢？臭不要脸那位！谁说退票我死这儿，你信吗？行行行，你别溅我一身血啊！啊，开玩笑啊！上个台来的我介绍完了，是。他还得介绍一下呢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是规矩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老话了。说的好不好，得让大伙知道我们是谁，有一定的印象啊。出去骂街，你只知道骂谁呀、啊？对，你不能光骂李鹤彪啊，还要连累我是怎么着？也得介绍介绍他。哎，啊，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。我叫李鹤彪。嗯，旁边这位呢，这是我的大当，对，他叫韩鹤晓。累了，会介绍人吗？大当像话，大当是下边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口误，这人说错了，重新更正一下啊。啊啊，我叫李鹤彪，是，这是我的下边。哎，还他妈不如不更正呢。叫韩鹤，就别说了，干嘛呢你？搭档没有下边。就这么说，就得这么介绍啊！我叫李鹤彪，哎，这是我的搭档，对，没有下边。这个样子，哪个样子？就是搭档，就是搭档。哎，韩鹤晓是我的名字啊。其实呢，这是跟他开玩笑，对，就是博大伙一乐啊。你看我们做个电厂，就是。抛砖引玉啊，上来逗大伙儿一笑，那不是逗不笑怎么办啊？你别动，有比退票狠的。是吗？对，敢不退票是我们德云社的服务宗旨。不是宗旨，这都是退票也可以不退钱，不一样吗？哎，但是我到台上给您各位要逗不乐啊，到后台有惩罚。什么惩罚？我们有带队，哦，上悉尼来有带队，哪位啊？孙玉，哦，孙老师，对，没了，这刚才那大胖子，他隐身了，对他带队，哦，特别胖，是，往桌子后头一站，这桌子挡不住他，哇，这么宽呢？就孙玉那裤衩脱下来啊，孙玉那裤衩能放电影，改了宽银幕了。就这么胖啊，在台上穿着大褂，您各位看不出来，还不显啊。到后台一脱大褂，嗯，好的，这肚子怎么着都快流下来了，流下分八层。怎么叫八层啊？八个纸。哦，是。我没有改了米其林了，这玩意儿上厕所解小便去啊，得现找现找。哪儿去了？就这么尿吧？怎么尿？你等会儿，我找什么呢？那是？你猜？怎么我猜？你说的找什么呢？找裤腰带。裤腰带？
胖成这样找别的有吗？还是没有是吗？您别糟践孙老师啊。一般人 啊都是扒开裤衩能看见屁股，哎，都是那样。孙越倒好，怎么着扒开屁股才能看裤衩全改了钉子裤了。这在国内出去都不用穿裤衩，那是都藏到褶里了，安全这玩意儿。大伙儿看着还问呢，为什么？哟，孙老师啊，这波浪裙儿从哪儿买的？哪有波浪裙儿啊？特别胖啊！哎，就这孙越是我们领队，哦，他带队，临上场挨个嘱咐，说什么呀？挨个问啊！我上场的时候问我哦，李克彪，到台上能给观众都乐了吗？有信心吗？嗯，能。您放心。瞧这模样，咱干嘛的啊？啊，上去吧。上来了，您胳膊一乐，给我救了。救了？对了，那么说都不乐怎么办？啊，怎么办？就我下去，一拖大褂，大褂往那一挂，孙越过来，孙越胖了，一走路，猪成了精似的，跟猪站起来一样。过来之后，孙越二话不说，打后屁股这儿，瞪出一把手枪来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这枪是插进去的。我说插进去了，你让大伙儿听听，打后边，这插的还挺深，这玩意儿。穿的牛仔裤，牛仔裤的屁股都是比较紧。插后兜里，哎，就这把枪啊，纯金打造，是金的哦，屎黄屎黄的，甩甩上头的血。孙越还有痔疮，你看，拿这把枪对着我脑门啊，大，这就毙了，这就给一枪，这就毙了哦。所以说明年我们再来，正好是我们的周年。再来了，您各位不用买票，是吗？在门口烧纸就行。台上谁说呀？那这是玩笑啊啊！但是我不担心这一点啊，不担心给大伙逗不乐。为什么呀？有人家，我韩鹤晓相声说得好啊！哎，这您高捧了，你也信？哎，我倒是好是不好啊？不是，你得信。哦，我得有自信。对，确实好。嗯。啊，相声说得好跟什么有关系？您说说。跟生活当中的涉猎是有关系的。哦，涉猎比较广泛。他涉猎非常广。哦，什么都好。大伙儿都知道于谦于老师啊有三大爱好。对对吧？能说整齐一点吗？对，说的也不齐呀，你这玩意儿。啊，于老师三大爱好。嗯，抽烟喝酒看球。耶，大伙都知道啊。除此之外，于老师还有爱好。爱好什么呀？喜欢养动物。哎，对了，对吧？这有了解的啊。他比于老师养动物还加个更字儿。我更爱的小动物啊，他更喜欢养。嗯，到冬天喜欢养鸣虫。鸣虫？什么叫鸣虫？大伙可能不太了解，您给介绍一下。我介绍介绍啊。啊，有北京人可能都知道。嗯，鸣虫像什么蛐蛐啊，蝈蝈，对，油葫芦，没错，蚂蚱，那屎壳郎。不是，您这等会儿吧，我养屎壳郎干嘛？让屎壳郎推着你玩儿。你才犯球呢你，哪儿的事儿啊？您说的后面几样都没有。没有。哎，就前面三样。啊，喜欢养鸣虫。啊，他喜欢养狗。哎，对了，呵，他养狗有心得。嗯，他养狗有特别之处。什么地方特别呀？呵，他能训狗。哎，对了，这玩意儿有意思。你这样，他养了一条狗，黑背，就是德牧。对啊，这么高，快两年了，给这狗起名字了，叫大黑。这名字起得太随便了，黑背嘛。哦，叫大黑。他训的这狗能接电话。是，你这玩意儿新鲜不新鲜？他们不信。那当然了，那狗要是接手机，那也不现实。哎，接座机，那座机不有免提吗？那电话打过来之后，狗爪子一摁着免提，这电话呢就算接起来了。哎，接通了。
哎，对不？我们来悉尼之后，他给家里打电话，就是狗接的，真的，掏着手机来给家里拨电话。听着吧，噔噔噔，等待音啊，通了。喂，喂，就听对方啊。喂，哦，是大黑吗？喂，哦，是，我媳妇儿在家呢吗？喂，哦，在家呢。几个人在家呀？喂，喂，俩人？那个人是男的，是女的？喂，男的。他们俩干嘛呢？你光乐也不鼓掌也没意思，你这就您各位还给他鼓掌呢？我等等等会儿，我问你，这俩人干嘛呢？说相声呢，你信吗？我不信。干嘛呢？那练唱歌的，练狗喘气。狗喘气？哎，音乐课当中有没有这堂课？练狗喘气。我练气息，那不用这动作了。哎，这爱养动物是真的吧？哎，这是是不是啊？啊，还好玩，玩心还大啊。这五一前后，在北京上北京郊区玩去了。嗯，一个养牛场是啊，顺便踏踏青。回来时候呢，有这个新鲜的牛奶呀、啊，带回家来。哎，那个奶纯呢，两口子去的，人家厂长知道他是德云社演员。亲自陪着挺给面子啊，在这养牛场里头转。走吧，走着走着他媳妇儿不走了。怎么不走了？看着一头牛啊，跟别的牛啊与众不同，还有区别。嗯，哦，比别的牛又高又壮又大。他媳妇儿不明白，问着厂长。哎，厂长，厂长，这牛怎么跟别的牛不一样呢？是啊，这牛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，这个这是配种的种牛。哦，哦，种牛，琢磨什么呢？那是手段子。哎，尝尝，这牛一天配几次啊？啊，一天配三次。憨和小的媳妇看看憨和小，看看这牛。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一天配三次，跟我比什么劲呢？你憨和小，你这。一肚子委屈啊！你当着外人怎么办？这叫不懂事儿。你跟他发犟，不是让人更笑话吗？可不是吗？得了，忍下来吧。这口气就压下来了，不搭理他，接着往前转吧，接着走，走着走又看一头牛，嗯，比这头牛还高还壮。他媳妇又不走了。哎，厂长，这个啊，这也是种牛啊。哦，这个一天能配几次？怎么还问？啊，这个一天配五次。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一天配五次。憨和小实在忍不了了啊，把厂长拽过来。厂长，我问你，嗯，这个种牛是跟一头母牛配呀、啊、还是跟不同的母牛配、啊、当然是不同的母牛了。他指着他媳妇儿，你看看人家。我们两口子都这么没溜是吗？那别看了，还不够丢人的。哎，开玩笑，确实好玩啊啊！这不2012年是2013年我忘了，出国玩去了。对，上非洲啊，在非洲一个部落的酋长家里头住了一年，待了一段时间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这是2013年吧？2013年的，对吧？在这个非洲的酋长家里待了一年，体验生活嘛。临走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？酋长他媳妇生孩子，娘娘怀，哎，喜事儿啊！喜事儿，生着孩子是黄种人。黄种啊，大伙儿都知道非洲那边都是黑种人啊。对，生着孩子黄种人，这酋长再傻吧，对吧？也发现问题了啊。这酋长当时就急了，干啥？有灯啊，干啥？
别的，我这干脆把他们给他给他弄起来，弄起来，就背后这句听懂了。前面我都说非洲话，你也听不懂哦。给他弄起来，儿子急了，捆到院里一棵大树上，酋长拿着鞭子，你他娘的给我说说，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？今天要不说，我弄死你！哎，看这行子买卖的不？啊、我不揍你，我是你小舅子。别说，说，别说了。你这是非洲的酋长啊，是他妈山东村长。非洲的酋长啊，酋长说话怎么山东味儿？你我都说非洲话，你还听不懂啊？您就说普通话就得了。说普通话吧。啊，酋长拿着鞭子，哎，说说怎么回事？嗯，瞧这鞭子了吗？在凉水里泡了三天了。嚯，头一鞭子下去一道领子，嗯，第二鞭子下去领子给你抽破了。哎呀，上口上给你撒上盐。孜然，辣椒面，喂鸡，我给你家烤喽，多狠呐、啊！这是，也就这孩子小啊，思维敏捷，脑子反应快。哦，酋长，先别打，怎么着？别打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这叫基因突变。基因突变，哎，医学上有这种现象。是吗？基因突变，哎，你看那边有羊群。哦。这一群羊都是白的。是。为什么当中有一只黑羊啊？怎么回事？这就是基因突变。哦，这酋长听到这儿，这脸腾就红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跟孩子的事儿我不问了，但是我跟羊的事儿你也别说。先请您欣赏相声《金龟铁甲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还有热心的朋友送来礼物，嗯，特别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让我特别的激动，放眼看去，今天有好几千观众哈，得三四千了，三四千观众，嗯，就这么几个送礼物的啊，很稀泥丢人，看不起你们，尤其你们头一排啊，真是一个。一个比一个有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买头一排。花那么多钱买头一排，是不是觉得傻了？啊？没想到这么累吧？八小时看下来累死你。对，颈椎都得出问题了。看什么演出这样看？但是虽然你们花钱了，你们得仰视着我们。后面的朋友大家好。哇，二楼也有人啊。哇，二楼的朋友你们好。哦，二楼就好家伙。哇，你们坐那么远啊。好，真远。是。谢谢你们，为什么坐那么远？是真的没有钱吗？咱这人就是这么得罪的，去哪儿都得罪一批人。不坐的也太远了，不过二楼好啊，二楼。二楼怎么好？哎，平视，你知道吧？平视看见。你干嘛来了，姑娘呢？你花了多少钱走一圈？姑娘，我刚刚请来走台的呢，我。啊。干嘛的这？进去不容易吧？上厕所了哈，谢谢谢谢。姑娘可能也是坐得远。
没看清长什么样吧？我也爱你啊！我住在那个……去去去！就你来到国外了，你大伙开心嘛，对不对？老公是他老公，好宫斗戏这是吧、嗯？哎呀，真好，尤其是坐在最中间这，坐最中间，最中间是最舒服其实啊，最中间这一排人啊，千万不要喝水啊。对，出去尿一趟可累了，上个厕所你得扒了二十多条腿，你得。好家伙！谢谢。老公你最累啊，这还是你媳妇儿知道啊。不要瞎说啊，是有人在录像啊，不录像还不说呢，这要是传到国内真的不好，嗯，家里该打架。嗯，好了，咱说正事吧，好不好？咱是卖的票的，咱不能光跟大家正事儿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先做一个介绍吧，好啊，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。对，准有准有。不，我要不做介绍，我接下来我不会说，知道吧？城市化。哎，我叫小月。对，他叫孙月。我们两个人搭档。对，合作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。七年多了。啊，有一些个默契。嗯，我也比较喜欢他。是啊。这位老师就是很憨厚。哇。嗯。特别的儒雅，怎么自己不相信自己啊？我自己都不信，真的。有修养。啊，这能。真的有修养，就是不急不躁。哦。也有钱。脾气好啊。脾气好，有钱。不过说不好听的啊，就昨天晚上。怎么了？不太顺利。嗨。主要赖住这地儿，输了、哎。不能提啊，不能提。心情刚好一点，我。是不是？眼泪滴在心里，对不对？但是输了，血还流呢。输了2万澳币。我劝他半天了，其实。我只当扶贫了，是。你看这个心态好，心态好，输了2万澳币。你没有钱了怎么办？就带着助理去到处找吧台，找吧台说那个给我开发票好不好？那个机场那儿我去退税，我能退2000块钱回来，好吧？那我比他强啊，他去赌场玩的，每把就压300，我说压这么多干嘛？这号能退税。那就是低于300不给退税，我才拿着2万我交票去的，不全赖你吗？我是瞎玩，咱也不会。我也不是不瞎玩。人家确实有钱，家里富六代。你都富二代。人家富六代。我怎么富六代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嗯，富贵无三辈，清官不到头。人家里富了6辈，6辈传，就这么有钱。呵呵呵，他父亲，嗯，在北京的通县。我父亲有一外号，北京通州区啊，什么外号？大菜猪。这个名字响亮啊，大菜猪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了不起，你别了不起了，我没明白你要说什么意思。说这人有钱，大菜猪。有钱大。有钱叫大财主啊，有钱叫大财主，那还大财主了，还你爸爸还萝卜兔呢。你爸萝卜兔不是说话，财主，大财主，财主吗？这么说你爸爸财主，你爸爸刚征。不是说话，谁爸爸财主刚下锅是怎么着？财主，大财主，有钱人，特别有钱。是，哎呀，人长得帅。我父亲人高马大。是，他不随的父亲，没随父亲，他随街坊。嗯，哎，这个人啊，一旦随了街坊就是，就稍微有点蹊跷。废话，太蹊跷了，
我怎么随街坊呢？别生气啊。废话，我说你随你不生气。你随你妈妈。我妈妈。你妈妈叫街坊。是我妈妈叫的街坊，是我妈妈。是叫。那我不知道啊。废话，别说清楚。我直说你妈叫街坊。我妈不是自己说的，是我妈叫的街坊吗？不是，谁是谁妈叫街坊啊？杰芳，王杰芳，这叫杰芳，小名叫邻居，哎，还是隔壁的，有钱，有点钱，这人哪，再有钱，怎么样，也有吃完了花完了的时候，在这家里，对不对？对，人家里有一件吃不完花不完的宝贝，吃完花不完的宝啊，什么呀？一朵，干嘛呀？给我表演，谁给你表演？假装不知道。我真不知道，我家里聚宝盆，不是我的，纳了闷了，这都新时代，你怎么还这么迷信呢？谁迷信了？那聚宝盆都神话里呢，聚宝盆，那金子银子往外蹦，咱现在那聚宝盆就是春节过节弄一塑料那个顶，完了那个麻点那个塑料的元宝一踩，他说没有，还装呢？假的，还装呢？我装什么装啊？我给你个奥斯卡行不行？小金人最佳表演奖，真能装，真能装。你给我那有什么用？你给我点筹码不好吗？你给我那干嘛？我还变现去，我还得。我家里就是没有的没。我有那个，我还能我去都转了吧。没见过？没有。胡说八道。真没见过？骗人了没有？我见过。这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不对。我们家的宝贝。我没见过，你愣会见过？怎么了？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是这么回事，前两天啊，我去北京的西单去旅游，正好、啊、哪儿？西单去旅游？对啊，你也没去过远地儿吧？西单那是逛街呀、啊，我西泥人，我上那儿跟可不是。你躲开。别糟践稀泥了你，稀泥又长这个损样了，你看。怎么后边才乐呀？怎么？后边可能刚看清楚长什么样啊？你乐是这个包袱吗？啊，这我上西单去买东西，逛街，路过他们家。我们家住那边，我一看孙宅，对，孙宅，这个孙宅，我跟你说啊，就这个孙宅，我抽你！干什么？你还让你骂什么街呀、啊？谁骂街了？你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大舌头骂街，孙子骂不清楚叫孙宅。那指着你讲孙宅，孙宅干嘛呢？我这儿聊会儿天，你骂我好几句了你。孙府行吗？老孙家，老孙家，哎，这我得进去瞧瞧啊，瞧瞧吧。有日子没见了，是，啪啪啪一打门，对，当里边出了一人，谁、哎、呀？我一看，嚯，刘大爷，哎，刘大爷，我说刘大爷，哎，您好啊，哎，岳老师，岳老师，等会儿，老孙家，对，我们家，嗯，敲门，出来一刘大爷，你给我解释，怎么出来刘大爷了？啊，街坊他应该叫刘月，知道吧？是这么回事，刘大爷上你们家呀串门去了。串门呀？对呀、啊，他给开的门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哦，就顺手帮忙开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那是，您说清楚了。韦小凤，刘大爷，清楚您好啊。啊。有日子没见您了。是。您身体挺好的。怎么样？啊，我还行。嗯。那个你是？我就不认识我。没瞧出来。嗨，我快递。买快递这么肉头？什么快递？对，长得像个流氓。哎，刘大爷，我得感谢人家，我得。你谁？嗯，嗨，我您都不认识啊？嗯，我岳云鹏，我大明星啊！您怎么了你？哎，这话有自己说的吗？你还大明星呢？有没人说的不自己说呗？不是，嗨，小岳，怎么着？你什么事？岳云鹏，我说那个孙越在家吗？找我呀。谁？哎，谁？
你等会儿，这是我们家的那个孙悦，大胖子孙悦。我出去了，出去了，昨儿就出去了，今儿没回来呢。啊，出去玩去了。怎么着？那你回去吧。哎，怎么替我们家轰人呢？他是个邻居。对。替你们家逐客。对呀、啊。这不合适了。这不行。我说大爷，您这不合适。别闹啊。啊。对。我这样吧，我孙悦没在家、嗯，我看看老爷子，好不好？我看我父亲。他有什么好看的？真有意思。哎，瞧这表情，有点意思啊。你听我，你还是看看吧。对，我得瞧瞧。嗯。啊，就您这表情，我得去瞧瞧。对。说着话我就进屋了。瞧瞧吧。进屋一瞧啊，嗯，他父亲正穿裤子呢。我瞧。这是在干什么？那个。那。你敲门，刘大爷开的门。一气儿轰你走，完了你非得进屋，一进屋我爸不正穿裤子，你能给我个圆满的答复吗？这俩人干嘛呢？我也纳闷啊。你说清楚。我一看啊，嗯，好，这俩人呢，嗯，玩上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怕这个了。你怕什么？什么叫玩？玩什么呀？玩棋。什么？什么棋？你那是个名词，是个动词。没法说了，各位，没法说了。我以为是悉尼，这是一片净土，你看。你看你一个味儿，这个笑声，这个淫荡。那没你说的淫荡啊，那。棋。哪个名词动词？你看吧，这名词是什么？什么名词？什么动词？我都不懂。那你把这个话说全了。就是你父亲这边剩一个军长，然后刘大爷这边剩一个司令，这棋呢？下军棋。对，军棋，军棋。哦。对吧？哎，你等会儿吧，那也不对啊。嗯。下军棋脱什么裤子？这俩人呢？啊。谁输了谁脱一件，这是赌注，不像这儿筹码，没意思。不是，俩饭袋老头子在屋里下军棋，剩一军长，剩一司令，俩人脱衣服。您觉得我能信吗？这个俩老头脱什么衣裳啊？这个信不信由你，反正这真事儿，没有这么玩的。我一瞧就是裤子穿上，我说大爷，你好啊。您最近身体挺好的，嗯啊，我挺好的，嗯，你是哪块地啊？哪块地？我小月，不认识，跟你开玩笑哈。怎么着？你今儿没事吧？嗯，我是正好路过这儿，我瞧见你，嗯，啊，你挺好的，嗯，哎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怎么着？听说你们家有一聚宝盆，哦，我得看看眼呢，哇，满意让我看看呢，我都没让看。不是大爷，我听说您家里有一聚宝盆呢，嗯，您让我看看眼好不好？啊。我也是听说，道听途说，您让我瞧一瞧，过过瘾，怎么样？是。话音刚落，怎么样？再看他父亲，我爸爸，脸唰就绿了。你爸爸才王八呢！我说你爸爸是王八了吗？那王八脸才绿的呢，就是脸唰变了，就是脸色变了，脸色变绿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啊？真有？听谁说的？啊，他说我听人家说的，有没有？我怎么没听人说过？你让我看看眼，瞧瞧吧。小 Z， 小 Z 看见，这也就是你，是换别人都不行，甭换别人，我都没让瞧。我让你瞧瞧，瞧瞧，那什么，嗯，老刘，你先回去吧，走吧，今儿玩的反正挺刺激。您这个词儿都有问题说的，什么叫玩的挺刺激？下棋有什么刺激的吗？玩的挺开心。行，老刘你先回去吧。嗯，其实玩的挺开心。比那个含蓄点儿，咱们改天。嗯啊，你先回去，再看老刘。哟，老刘是今儿吃亏了吧？穿这模样，行吧。你还不乐意的劲儿，老刘就走了。说的话，他父亲把我领到一个密室，密室秘密的房间。哎呦，锁着门呢，多新鲜！挂着一把锁，挂着锁。
老头啊，嗯，我从兜里掏出10000多把钥匙。您等会儿开这把锁。您多少把钥匙？差不多大几千把吧。几千把钥匙在裤子里？那那裤子是自己脱的吗？老头站起来，裤子没跟上啊。反正就是，嗯，怎么的嘛，没那么多呀、啊。掏出10000多把钥匙，啊，准备开这把锁。这是锁坏了。怎么了？老头岁数大了，啊，忘记哪把钥匙开这把锁。上岁数犯糊涂。不过他父亲很聪明。怎么呢？挨个试。我蠢着如意。怎么那么巧啊？最后一把就是。那你打那头来不好吗？门也开开了，真香，天都亮了。好，开一宿门。我中间买了2回饭呢。你也是恶格，我告诉你。这一宿刘大爷来3次了。就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刘大爷今儿这亏吃的不小，我告诉你。总算是开开了，进去吧。瞧瞧。进去一瞧，我很失望。怎么失望了？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。啊，一个大铁锅，铁锅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老头骗你、啊，我多少有点生气。我说大爷您这不对啊，啊，这哪有聚宝盆啊？挺有意思，不是大铁锅一个桌子吗？聚宝盆呢？开一宿门就会逗你。什么大铁锅？对啊，那就是聚宝盆。我怎么证明它是聚宝盆呢？铁锅。说着话，他父亲把手上这个扳指撸下来了，就那翡翠扳指啊，干嘛？放到大铁锅里啊，拿出来放到桌子上是。再看这个锅怎么样，还有一个扳指，拿出来一个还有一个，拿出来一个还有一个，这就往外一个一个变，这神奇吗？宝贝啊。当然了，这宝贝你太有用了啊。你琢磨以后就大年三十包一个饺子就够了。吃货呀，吃货，我这不省事儿吗？等桌子说不要了，嗯，把这个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怎么样？空锅一个，这就停了。满满一桌子扳指，桌子翡翠扳指，多棒！这是宝贝啊！我说大爷，什么都能变吗？啊，当然了。是他父亲从兜里掏出一张人民币来，钱100块钱，哎呦，红色的票，大红票。哎，毛主席，多新鲜！放进大铁锅里面，怎么样？拿出来放到桌子上，再看这口锅。怎么样？还有一张，桌就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，拿出了一张，还有一张。哎呦，我一看这个钱花不了。怎么花不了啊？号一样。你也缺心眼儿啊！你别搁一个超市花呀。是啊。对。号一样。就印钞机。等东子说不要了，把这锅扣过来，再翻过来一瞧，空锅一个。宝贝。棒不棒？我说我爸不上班，成天那么有钱呢。牛不牛？真牛！我说大爷，我算是开了眼了啊！今天长了见识了。是，我先回去了。走吧，您自己保重身体。嗯啊，那个刘大爷门口等着呢。怎么还等着呢？我先撤了啊！刘老师精力真旺盛。你别走啊，你跟这儿吃饭、啊。我不吃了，我改天再来看您了啊。吃两顿白吃。我送送你。走吧。您别送我，您这么大岁数送我合适吗？没有上岁数人送。不行，我得送送你。对，不行啊，您不能送我。街坊邻居听见了，瞧见了，长辈送小辈儿，对，没那个事儿啊，你回去吧。坏规矩，不行，我就这么轴，我必须送你。我爸还轴，你太红了，我得送你。不是，这句是你自己说的吧？行吧，不要脸玩意儿，我必须送送你。嗯，您轴啊，我比您还拧呢。哟，我虽然红，但是我不让您送我。离不开这一句，有一句，你别让他送就完了。我必须送你。哎呦呵，我就不让你送，你给我回去。怎么着？你推坏了。你推他干嘛呀？老头紧推2步。怎么着？坐锅里了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这给他摔坏了，把我吓一跳。那老胳膊老腿的，说的是啊，搀起来。哎呦，大爷大爷，起来起来，真说的您送我，您非得送我，这么大岁数了，玩意儿。脾气又挺大，我跟你安土这种，你摔坏了我讹上你吗？得，我告诉你，锅里还有一个啊！大爷大爷，不是你等会儿能送我，你非得送我，你真有意思。你别聊了，赶快。没摔着吧？扣，不是扣我，还有一个，哎、又一个。行、哎、行。
二位就是挪挪，哎，还挪挪，好的嘞，不大会功夫，嗯，弄一屋子这个，哪个？哪个？你说让你妈也着急，我妈怎么了？留哪个不留哪个？不是，我全送你们家去吧。后来我想出一好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呢？把你妈推锅里。哎，没听说。速配啊，速配。什么人？你有无数的家。我讨厌你这人，我告诉你，我说家里没这宝贝呢，那我们家打卡，还把我爸推锅里还得。讨厌这人，我告诉你，什么人性？我跑悉尼，跑悉尼恶心我了，我告诉你，我这心情就不好，我这更堵心了，我告诉你，讨厌，无耻，卑鄙下流，下三滥。200块钱筹码。啊。给我笑一个。都是零花钱，怎么都行，就不能给你，臭不要脸，看见没有？哎呦妈，这是开玩笑，你别拿这开玩笑。但你们家有钱是真的吧？哎呀，没那么多，宠着你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为什么这么胖？为什么？把钱都给他花了。我吃了喝了。你这辈人特别少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这我这辈人少，对。但他父亲多，你爸爸多，你爸爸都变出来的。怪起来你的，你才富的多的你，我把锅扣过来行不行？你扣过来没有？那怎么办？送了那个。小文怪起来又提一遍，你看怎么你？什么意思？你说这话呢？就你父亲这辈人多，是不是？你呀、啊，把那嘴打开了，把那后槽牙张开。我父亲这辈人多，对，那算算啊。你看啊，对，你有一个大爷，我有一大爷，对不对？嗯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对，对吧？你大爷，是吧？你大爷，咋的？有没有骂街的嫌疑？我问你。我告诉你，没有嫌疑。纯骂街呢？对了，我早该骂你了。你骂什么街？这是骂好几句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你大爷，对吧？对，你大爷。你有一个大爷，哎、你有一个三叔，还有一个二大爷。到他这儿就他自己，老哥仨。哎，先请地一棵苗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他花，拿去。我后边的对，前面我没明白呢。怎么了？我一大爷，嗯，我一三叔，嗯，我还二大爷，对，这里没我爸爸呀。我爸爸哪儿去了？不能，怎么会没呢？没有爸爸呀，我爸爸去哪儿了？这是。那锅里不应该这么说啊？锅里，我天哪！我明白了，明白什么？你管你父亲叫二大爷，对不对？不不不，我父亲叫二大爷。你管你爸爸叫四舅母？不是，咱就说，你父亲行二，你就是行二的吧？二大爷干嘛呀？对，老哥仨。对，你看啊，你大爷，我大爷，没儿没女。对。你三叔，嗯，不孕不育，啊，不孕，到你父亲这儿，就你自己。哎，岳伦岳伦，您这概念上有错误啊，您这个，我大爷这个没儿没女，对。你大爷没儿没女。对对对。你三叔不孕不育。不不不不不不不。你父亲。我父亲还挺高，你看。对对对对对，您等会儿。就是我大爷就是没儿没女是对的啊，就我三叔呢是孤老头子，他怎么能自己不孕不育呢？对不对？您这不对说的，因为是我大爷那个就是我三叔、哦、我三叔你三叔跟你大娘不孕不育，一个不孕一个不育，你大爷很生气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也够乱的啊！不是您等会儿您错了，因为是我真的，我大爷大娘不孕不育，哎，我三叔没儿没女，
为什么呢？孤老头子一人一辈子没结婚，老光棍就他父亲。老光棍，对对对，他父亲就他就他一人，就一个。哎，千顷地一棵苗，对、啊，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，一子三门不绝嘛。他刚生下来那会儿 啊, 啊，我想想，我刚生下来。你想想，十七斤，我妈怎么样啊？啊，顺产。我妈是英雄的母亲，那是。没顺产十七斤，你想啊？妈七斤。我觉得你这身材，你生下来应该二十七斤。你不是，你脑子就得二十斤了，我看。七斤，差不多七斤。七斤。嗯，大胖小子，大胖小子多棒，是。可是他母亲那会儿刚生他那会儿 啊, 啊，奶水不足，啊，抱不齐，对不对？就奶水不足的，这很正常啊，母乳喂养嘛。他父亲为了他，对，请了四个奶妈，为我请四个奶妈，嚯、哦，都带着奶来的，多新鲜呐！四个奶妈不带着奶奶，那是给我请的吗？奶奶，对呀、啊，早上起来四个奶妈噔噔噔噔就出来了，是吧？噔噔噔噔，又请了一个验奶师。验奶师干嘛的？他是观察呀、啊。外请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花这钱干嘛呀、啊？那谁来？让我三叔来呀、啊。孤老头子万一成了呢？成不了，成怎么的？验奶师。嗯。早上起来啊。嗯。四个奶妈一人翻一个欧。什么？然后呢？翻什么？欧。猴了，什么猴？九欧，在悉尼都管这叫欧。你等会儿，在你们老家是不是叫欧啊？这是不是河南土话呀？九中，哎，欧是九中，哎，您发现九中，九中，哎，四个奶妈八个奶，是吧？别数这么清楚。您算这么清楚有意义吗？他是不是嘛？那地球人都知道，你就别算了，就我得说明白呀、啊。你不用太明白了，你知道吗？万一有那个不懂的呢？没有，都给你懂。你看这大哥就不懂。不能不懂吧？那他不懂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旁边是你媳妇吗？不是啊。四个奶妈八个奶，行行，听着骂街的似的，把九中那挤，把九中那淹着，不用一九就这么点，那么挤干嘛呀？啊，就行了，哎呦哎呦，行，不用比表演吗？不让我演出来我难受啊！是是，您演出来我们难受一会儿，那挤，有的互相挤。舍不得吗？好好，四个酒盅，每个酒盅有奶是吧？四个酒盅、啊，哎，弄满了。四个奶妈，哎，四个奶妈站好了，摆成一排。啊，那酒盅干嘛用啊？酒盅呢？太阳晒。晒什么？紫外线一晒。啊。有一层油皮儿，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油奶。啊，花拉稀。哎，对了。哦。有黑点儿不行，不能喝。珍珠奶茶这是。哪个奶妈直接挤出来珍珠奶茶？怎么还有黑点儿呢？我不明白了，黑点儿呢，使劲挤一挤才出来。没听说，哪有黑点儿来着？那什么东西？太阳一晒容易有黑点儿，一黑点这不行，毒奶。有毒奶？哎，只有大人喝，小孩喝不了。大人。哦。太清奶。哦。太清的奶不行。没营养。没有营养。哦。泼到墙上。再流到地上，这个也不能喝。为什么呀？收不回来了。哦，说的。合着就这一杯好奶，还给泼墙上了。一看四号奶妈。哦，四妈。四妈奶能喝。哦。好，四号奶妈去喂奶。喂我奶。噔噔噔噔就去了。奶妈给我累，就给你喂奶。这四个奶妈轮流喂我。啊。好家伙。多棒。是是是。格外的疼爱他。为什么这么疼爱他？啊。他小时候啊，就没他之前，没我之前，突然间有一天，他母亲做了一个梦，做梦，梦见南天门开了，天上南天门，嗯，他里边出了一个牛，牛驮着一个老太太，老太太穿着唱戏的衣服，怀里抱一小孩，
小孩脖子上有个锁，上写四个大字，什么？长命半岁。哦，然后呢？对，老太太后边呢？这是百岁。长命百岁，老太太后边有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一个人手里拿一大苏拉蜜。苏拉蜜。然后这老太太把这孩子递给你母亲，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，醒了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行了，您有功夫啊，您丰富丰富自己的知识吧。都胡说八道啊，这个谁胡说八道啊？你说半天就那南天门对了，南天门打开，对了，但里边出来一牛，那不是牛，那什么麒麟，郭麒麟，郭麒麟干嘛呀？郭麒麟干嘛呀？就麒麟，麒麟跟郭没关系，是吧？啊，行，哎，出来一麒麟，一个老太太，那是宋子娘娘，穿着唱戏的衣服，凤冠霞帔，怀里抱一小孩，小孩是我，四个大字。长命百岁，我半岁就死了。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金童玉女，一人手里拿一大苏拉蜜，还苏拉蜜，那叫龙凤扇。那苏拉蜜了，拿俩棒棒糖不好？什么都不懂这位。反正你母亲接过来，扑哧一乐醒了，这叫麒麟送子。转过天来跟你父亲一沟通啊，你父亲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，你看梦梦相同，心有灵犀。对了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不到一个月啊，他父亲怀孕了。我爸爸，哎哎，就这么神奇。哎哎哎，老娘子送错了吧？也送了你父亲了呀？没听说过，我母亲怀孕。你母亲怀孕了？哎，跟你父亲没关系啊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不行，这人。在你父亲大力配合之下，你母亲。行了行了行了。甭形容了，怀孕了，那是。按说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这怀胎十月，我不知道悉尼是不是十个月啊？哪儿都是，全地球都是啊。是啊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是，十个月应该生产了。生吗？没生出来。怎么了？人说了，过月的孩子贵如金啊。对对对。十一个月没有生出来。过一个月。有人说哪吒十四个月才出生。哪吒。他十五个月没有出生。我比哪吒还懒呢。有人说秦始皇十六个月才出生，他十七个月都没有出生。我十七啊，一直到十七个多月，他父亲着急了，怎么这样怎么办？这怎么？老刘，你说怎么办？老刘，老刘，不是年轻那玩刘老牛啊啊，老邻居啊，没有啊，没老刘，没老刘。老刘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这是你的事儿，谁让你要他，谁让你要他了？谁让你跟他过日子了？你问我管什么用？我不管。老刘不管这事儿。我们家还有宫斗戏是吧？父亲着急了，嗯，着急了。那是肚皮上写着呢。我妈肚皮上。保质期十八个月，过期不能要。我妈改罐头了。我妈。你说着急不着急？着急。赶紧请了四大名医。四个医生。四大名医。在你母亲身上摸索半天，哎呀，这是死流氓啊！这不知所以然。好，白摸。大名医请出去，又请了一个九十多岁老中医。老中医号脉。号脉。胸脉。别胸脉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胸脉？就是号脉嘛。这儿啊，这儿啊，这儿。大黄脉嘛。寸关尺，大方墨。对，哎，号出来了，号出来了，先生啊，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啊，怀孕了，出去，出去，十七个月看不出来啊，你给我走，眼瞎子怎么着？我早就知道她怀孕了，废话，我早就知道怀孕了，用你告诉我，你这号为什么出不来呀？生出来呀？哦，算不上，你白来了，老大爷，怎么了？恭喜先生，贺喜先生，您的夫人给您怀的是一位令郎。哦，令郎？什么令郎？狼，白眼的字眼来。我害怕，害怕啊！你等着，老刘，咱俩过。哎，不是，我就不该来这个世上。令郎公子大少爷是一个男孩。男孩。令郎公子大少爷，没错。可是我们不能报喜不报忧。哟，我们保大人保不了孩子。哎呀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。你看看他父亲生气。明白。怎么着？保大人保不了孩子，对，保孩子保不了大人，我都不要了。我操！老刘，老刘走！我掐！
挺开心的，知道吗？为了看我都不要了，像话吗？都得要，都得要。老刘不要了，我都得要，都得要。怎么办吧？对，怎么办？您多花钱，多花花了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搁现在的话来说，啊，人民币40来万。人，您会数数吧？四十来万，花这么多干嘛？其中有一位最贵重的药材。什么药材？铁甲将军一对，防盗埋，把我妈关起来，怎么看着烦心你们？啊，什么叫铁甲将军？文言文来说，铁甲将军就是屎壳郎。是，文言文叫枪狼虫，知道吗？屎壳郎，不叫屎壳郎干嘛？哎，有用。有什么用？哎，屎壳郎。赶紧打发人去印度去买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你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屎壳郎不哪儿都有吗？找个垃圾场，灌上水全出来了。您说那是普通的屎壳郎？哟，您这还有不普通的？好东西得分产地。产地？阿胶啊，东阿阿胶。对呀、啊。橘红啊，化州橘红。是啊。红花，西藏红花。没错。屎壳郎就得印度屎壳郎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印度屎壳郎好在哪儿呢？离赤道近呢、啊。那怎么了？热呀。啊，到肚子里死不了啊！我、哦、到肚子里。您等会儿。你看那个表情，热啊，到肚子里死不了。那热活着吃，那可不是。哎呀，赶紧打盆去买，去印度买，没有三天就来了，还真快，顺丰。然后呢？老快递的。来了以后。老中医亲自看着你母亲吃药，吃这屎壳郎，这会儿缺半个腿少半个爪，完这钱可就白花了。我吃两个屎壳郎吃下去，不到10分钟，你是咕咕坠地，平安降生啊！哎，真灵啊！没个不灵啊！怎么呢？屎壳郎下去啊，推着你就出来了，你才下头呢！继续欣赏相声学外语，表演者靳鹤兰、李云天，有请二位。谢谢您大伙儿掌声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谢谢、啊。好多朋友都沉迷于刚才我师哥的节目当中。对啊，这场是把我们换上来了。从大伙儿的反应当中也能发现一个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能看得出来大伙儿的掌声并不是给我们的。对对，给的是德云社以及我们师哥岳云鹏、孙越二位老师的。是，大伙也知道，大家伙您再鼓掌就是给我们的了。鼓励咱们呢。对了，年轻的相声演员没有多大的名气，大伙也想考察一个小问题。第一次来到悉尼，全场坐了2000多位好朋友，就想问一问，有认识我的吗？没有。还真有。可以有。把房号告人就能有。嗯，甭弄那个，咱俩住一屋。那我得着。嗯，有没有认识我的？有吗？会 B-box？ 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不会 B-box。看意思是没有人认识我啊。再见。哪儿去？真走啊！2000多位好朋友，一个认识我的都没有，我还养个屁呀？那你就养个屁吧。我好还是屎黄的，劲儿大点儿，颜色倒是硬劲儿。是，所以没关系，认识也好，不认识也罢，嗯、都得介绍一下自己。哎、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、嗯、啊，靳鹤兰就是我，我的名字叫靳鹤兰啊，靳鹤兰就是我，我就是靳鹤兰，这样大伙儿能够记住这个名字。我的名字叫做靳鹤兰啊，如果说靳鹤兰这个名字记不住的话呢，记花美男。花美男记不住的话呢，记男神；男神记不住的话呢，记本上。记本上啊，记住我的名字，包括呢，这是我的搭档，我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李云天，李老师，嗯，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，是学的年头呢不算多，到不到的大伙儿是多多担待着听。
站在这个舞台当中，就是给大伙儿卖力气表演，课课课课夜夜的给您去演出。您把您嘴里那丝袜吐出来。没有。怎么了？什么叫课课课课夜夜？怎么那么绕嘴呀、啊？成语，那叫兢兢业业，还课课课课夜夜，嘴里有马赛克啊似的。你磕磕磕磕夜夜说出句大气，就这个呀。哎，卖力气表演，行，你包括人家咱师哥岳云鹏来说，人家先站在舞台上有这么大的名气，还得是卖力气演出。嗯，但这是他现在火了，大伙儿现在都喜欢看他了。没名气的时候谁知道他是个谁呀、啊、是那阵演出台底哪做了这么多位好朋友？没有啊。那阵我师哥来说没名气的台时候，台底要说做这么多位好朋友，那就吓尿了。是，下台一步一个脚印儿。他量还真大。现在一坐好，起满坐满。那阵演出台底十来个人啊，少点三五个人，最惨的时候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哎，说什么相声？斗地主不就得了吗？正合适。但是人家积累了不少的人脉，好，现在国内国外知名度特别的高，好多朋友爱看他，一票难求啊。那门票几千块钱一张啊，别看贵啊，嗯，买不着票啊。对，黄牛加价，多了不起呀，有人气儿。对了，没名气的时候门票呢10块20，没人看，现在几千块钱想买买不到。这就是名人效益。一个演员不行的时候，您大伙儿不瞧着他，等这个演员火了以后再想看他，不一定看得见了。哎，所以说像我们这些年轻的演员呢，趁着便宜赶紧看。真的，因为指不定哪天你们就看不见我们了，我们就红了。对，我们就死了。你死我就成孤儿了，去你的吧。对，这话说对了。哎，我想问你，这个演员很了不起，超粉了。就是说这个演员来说就得有名气。是，尤其现在来说吧，嗯，德云社想火也很难。哎，德云社今年来说20多年了，真正我师父捧红的人寥寥无几。对，有认知度的岳云鹏、孙越，那了不得，对吗？嗯，包括还有谁呀，烧饼都知道，有认识的烧饼 SB， 还有呢张鹤龙。骂人我得揍你。谁呀？烧饼怎么 SB 呀、啊、怎么了烧饼 SB？ 怎么了 SB？ 那是骂人的话知道吗？那是你骂人的话，我们是好话，捧他的话。怎么捧啊？ Super Boy。 不是，您等会儿，这跟 SB 有关系吗？ SB Super Boy超级男孩 S Super Boy B S B。 怎么了？谁骂街了？这么高尚的一个舞台，这么高尚的观众朋友往这一台上骂街 S B， 我能是那个人吗？你就是那个人。这么人家烧饼在我心目中地位很高的、哎、S B 的地位。那是我们老队长，你瞧瞧人家S B 啊，别拍我啊，别拍我。因为人家大伙儿都知道，还有谁呀、啊？谁？曹鹤阳，他搭档那肯定认识。是。郭麒麟，嗯、啊，那他儿子那更熟悉了。谁的儿子？你说？于谦。这我不知道。嗯，今天你算封箱了吧？我呀。郭麒麟大伙熟悉，包括张云雷啊，对吗？包括张鹤伦，对，寥寥无几，就这些人啊。因为什么？人家来的早。嗯，我师傅捧徒弟怎么捧？先来后到。对，先来的先捧，后来的后捧。嗯，你像我来说吧，我前面还有43个师哥。嚯，有我就得轮着啊。我现在天天的我的想法，我就恨不得把我这师哥们全弄死。因为我天天在家我睡不着觉，我琢磨什么时候捧到我。你说真捧到我的时候，我师父还在不在？还真是个问题。有时又想一个问题，你们真捧到我的时候，他妈我还在不在呀、啊、太难了。我看
看你明显就够呛。什么？人家来说吧，过去我师哥云鹏人家火的时候赶上好时候了。是是，那时大家伙对这个行业认知度不高，现在行了，对，认知度太高了。嗯嗯，说相声的比听相声的还多呢。你瞧瞧，怎么能够火呢？人们过去有能力大伙就喜欢，现在光有能力都不行。怎么？三分天赋，六分努力，一分的贵人扶持，嗯，剩下90分全看脸。您这是百分制。你说真说说相声的哪有长得好看的？哪有啊？整个德云社哪有长得帅气的？瞧瞧，有没有长得好看？哪有？有吗？郭麒麟，你们看的是现在的他。郭麒麟像于谦。过去也像是个秘密，都传到悉尼来了哈，都知道。对吧？郭麒麟现在那是好看了，嗯、倒退2年你再看他啊，胖的什么样了？哎呀，对吗？啊、还有谁？像我们师哥岳云鹏，嗯，大屁股脸，拿自己比划，哪好看？嗯嗯，孙越啊，孙越 plus， 加肥加大的，太胖了。哎呀，一个顶我四个，你瞧瞧。真的，你是孙越胖到什么程度？嗯，你们估计都忘记岳云鹏也是个胖子了吧？岳云鹏还真苗条了，咱们家里买个电视，光看孙越了。嘿，就是人家那个没有好看的，嗯，对吗？你真说你长得好，你也不说相声，对你当鸭子去了。这个行业来说呢。挣的可能多，就是相对于而言没有帅气啊。你拿我来说吧，啊、我长得实话实说，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属于那个帅气的行列当中，你当不了鸭子，对，我挣不了那个钱啊。是，对，我这个往这一站，嗯嗯，从长相上来说很吃亏。哎呀，第一没有特点，第二长得成熟，成熟，对，成熟。啊、其实我年龄不大，90后的相声演员。有疑问，你们要这样咱就没有意思了啊。有意思，真的，拿我来说，80后的相声演员，80后都没人信。像我这种70后的相声演员，这是个老鸭子。真好，我说了吗？你的表情可能出卖了你。你有点欺负人了，你消费吧，便宜，人家疯了。可以，好，我是个猿人，好了吗？啊，还一呢，90后啊，1991年，今年26岁，呵，长得成熟，咱自己也知道，对吧？您包括人家李老师来说，我们哥哥其实大也大了多少？哎，哪年？86，86，对吗？1886年，对，像我这么说的，我比你还老，就成熟。你像我这个样子，长得可能就像老了20多年似的。对对对，对，你看人家，我跟他们死了20多年似的。不，我要真死了，你就真成孤儿了，知道吗？也不知道谁是孤儿，咱俩现在俩孤儿。但是来说吧，嗯嗯嗯。心态年轻，哎，尤其长得老呢，有时吧也有一些讨厌的地方。有吗？你比方说我吧，嗯嗯，有人坐那公交车有让座的。谁呀？对吗？我给你让座。对了，哎呀，这不讨厌吗？好嘛，有时就确实是发生过。嗯嗯，而且来说吧，别看拿我来说长得老，嗯嗯，童心啊，童心，哎，这年轻人啊，尤其在座的放眼一看都是年轻人。对对，现在这个时代社会，年轻人都分3、6、9等。分吗？普通青年，嗯，文艺青年，二翁青年。我糊涂了，嗯，什么叫二翁青年呢？数字界跟字母界都是亚军。哦，213青年。213，这叫，哎，三种青年，嗯，挺有意思。有吗？哎，经过我的研究，我的了解，三种青年碰见了同一件事情，解决方法是有区别的。您举个例子。比方说到了夏天，嗯嗯嗯，扇扇子。哦，三种青年扇扇子是有区别的。普通青年到了夏天扇扇子，
特别的快。来来，都是这样的。是弱智青年。这叫什么话？风大凉快，太凉快了。你要我说相声走文艺路线，您姗姗的慢一点，嘿，温文尔雅是不急不躁。来来，啊，这是个闷骚青年。还有一种像人家这样的，二两三青年，人家姗姗的与众不同，人家是这样的。省扇子是我可费脖子呀，系鞋带也有区别。嗯，普通青年走马路上鞋带开了，哎呦，鞋带开了，多好，弯腰系鞋带很简单。是是，拿我来说，说一下文艺范儿的啊，走马路上鞋带开了，哟，鞋带开了，什么毛病这是？抬腿地比较潇洒，要这帅劲儿。人家二幺三风格，走马上鞋带开了，来来，哎，那么惊讶，鞋带儿开了，人家跟他一样。我这是占地盘呢，没电线杆子我都不记。嗯，就凸显您的风格。我呀，就是说年轻小伙子，哎，要有自己的个性，是太有个性了，都得是这样。尤其现在来说相声，也没有大伙想当中这么简单，哎，其实挺难的。实际上我认为相声这个行业真的挺难的，难，但是大家伙也了解，嗯，四门基本功课，您说说，对吗？吃喝赌赌，这四门来，这是个高尚的人，那多新鲜，他不嫖，很少见。说的都是废话，他可能被嫖。他懂你，他比你说的好。对吧？你说我这个人，还嫖，妈赌的我都没有钱嫖了。下回光嫖吧。基本功课，什么呀？说学逗唱，四门基本功课，这大伙都熟悉。对，研究的是语言、聊天、说话啊。对吗？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、文化底蕴，嗯，都应该这样。而且来说，往台上一站，有很高的要求。对，嘴里边不能有毛病。嗯嗯。另外呢，站在台上不能说方言。对，这没错吧？对对对，得说中国的通用语言，嗯，普通话。等会儿这哪孙子掉井里了？不是，就是得说通用语言。什么叫普通话？普通话。怎么那么骚啊？为什么说普通话？为什么大家伙听得懂啊？说方言就不行。不行，多新鲜呢。你看我看那本书《十万个为嘛》，这个书来说呢，啊，没法跟您交流。这都怎么就没法交流？什么叫十万个为嘛呀？十万个为嘛没看过？没看过。天津出版的一本书，十万个为嘛。天津出版的叫十万个为嘛。对呀，东北出版的叫十万个干嘛。陕西那边十万个弄啥呢？但你要往台上一站，你说这方言谁听得懂啊？谁也听不懂。十万个为什么。对吗？你这书看过吗？啊，看过看过。您那为嘛我没看过，那干哈都没地儿逃回去。一千零一宿，您等会儿，就您这体格一宿，您受得了吗？您，我就因为受不了才那么瘦的。那娘们儿不得弄死你啊！你很肮脏的，满嘴都是什么东西？看怎么了？就这些书你都得看啊！我不看这里边那个知识值得我们吸收学习啊！动物学你了解吗？这人要真说学加学字儿，这可是深了。你比方说，知道狗吗？你知道，挨着你能不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不好养狗吗？家里他养过，您家养过吗？那谁都养过呀。知道狗怎么叫吗？您这有点玩笑了，真是很简单。你学学，你这我学呀。你试试，我你来，你听。彪悍，你听我的，你现在你收拾收拾去世。我怎么老得去世呢？你要不赶不上这炉了一会儿。可
是吊炉。您是个啥狗啊？狗都这么叫。小狗好不好？小狗。您说小狗了吗？我现在说小狗。小狗哈。嗯。咱可爱一点好不好？狗一叫你可爱一点，你看家里有那小奶狗，你叫汪汪。啊，您这还真像。这您学的像就是。对，你得了解呀。牛呢？牛简单，牛。多好，也是个大傻牛，老得加个傻字儿。对，小牛。小牛。瞧这嘴型，看我这，哎，怎么样？不是，咱不是说声音大小不一样就能分辨大小。可爱，明白吗？就。哎，这可爱可爱。羊呢？羊就是。你这是牛是羊啊？你来，你来。您是不是在日本配过音呢？哎呀，这个语感真是真诱人。嗯，刘伯学真好。嗯，再问你，鸡怎么叫？鸡就是。您说来呀，那是他媳妇儿，媳妇儿要什么都干，就甭学这个了。你得懂，您学这没用啊。也怎么没有？这是知识啊啊啊！这我不说你了解吗？啊，这还真不懂。对吗？再问你，蛇知道吗？那谁那玩意儿谁不知道啊？长虫。您吓我一跳。长虫那么大，身上干嘛呀？知道蛇是靠什么繁衍的吗？哎呦，这知道吗？这还哎，告诉你，记住了，交配。啊、您这不废话吗？谁不是靠交配？你也靠交配，知道吗？你对种植，那种种得出来吗？不，交配。嗯嗯。但是蛇一次交配时间是多长？哎呦，了解吗？这咱可没研究过。我心想，你看书看得太少了。蛇一次交配时间17个小时。嚯、哦！羡慕的表情。一次交配17个小时，了得吗？是你的10亿倍呀！哎呀，我都惊呆了。好家伙！你和你的小伙伴们，你们都惊呆了。嗯，10亿多倍，你媳妇儿告诉你的呀？啊，我媳妇儿倒好客。等等啊，就是说蛇一次交配17个小时。嗯嗯。由此可见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许仙得多厉害。一般人来不了这活儿。哎，是不是试试？啊，是。肚子里有储备吧？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什么呀？到当地，跟当地人说话聊天。语言的文化吗？语言艺术，聊天，英语。谁？我也会。谁呀？我。你会英语？会英语怎么了？很简单。哎呀 so easy。 My English is very good。 very good。 特别棒。您这还是10万个为嘛那体系。因为我从小的英语就好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嗯，对吧？从小头一篇文章，呵，我不是在座朋友从小在中国生活过，头一篇文章李雷韩梅梅。80后90后学的都是一篇文章。Hi, hello, 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? I'm fine, too, thanks. What's your name? I'm 李雷 I'm 韩妹妹。后来听说李雷跟韩妹妹谁都没能拉住谁的手。您是哪个英语老师教的呀？这是从小就学习、后台演员。嗯，我带着他们。哎呀，知道吗？你带着他们，这什么叫方式啊？了解吗？不懂。什么叫菜？不懂啊，不懂。去赌场溜一圈，你什么都懂了。嗯，真的，你后台演员，我带着他们学习。嗯，你看你真的，前面比方我们师哥云鹏吧，人家说完了，下台休息，我们得上台了。哎，一错身的功夫，咱得客气客气。一般来说什么呀？哎呦，辛苦辛苦。见面到辛苦必定是江湖。是这个呢是江湖老令。嗯那还得客气客气。一般我师哥就得客气。哎呦呵，
哪里哪里啊，瞧瞧都是这样。嗯嗯，我现在教他们说英语，怎么说呀？哎，一做事这功夫你捧一捧他呀、嗯、You are cool 很了不起、嗯、对不对，很酷很棒。 You are cool 对我师哥得客气客气。嗯嗯，威尔威尔哪里哪里以前要是在马路上碰见面了，嗯，你得问去，哟，靳浩兰，你干什么去？嗯，哎，我干什么去？我去哪儿？怎么都是这过去啊啊！现在英语什么样啊？靳浩兰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、嗯、就是你去哪儿 ？Where are you going？ 瞧瞧这方言，我得回答他呀。嗯、I 616，这是我六一六，这叫六一六。616、啊、您这一般人听不懂、嗯、很简单。是是是，您呐别简单，您说这都不像话。这有什么不像话？今儿说英语我考考你。考什么呀？咱也不难为你啊，咱就很简单的日常的单词。您就来苹果怎么说，这单词太简单。苹果来来，注意发音。嗯嗯， iPhone iPhone so easy。您甭 so easy， 我肚子里词汇量 big， 像话吗？long long big， 大苹果 iPad， 我都多余理他。我们说吃的苹果。哦，吃的，吃的，给你想一想 啊。苹果，注意发音，嘴皮子有劲，一般都这样叫 apple， 明白了吗？又吃蒜了，哎，嗯，吃韭菜了劲儿。好好好，那我再问你来。香蕉怎么说呀？香蕉稍微的难一点，但是还简单，就是颤音。来来，有一个小颤音，注意发音呢。香蕉叫 banana， 这是踩电门了，这颤音 banana。累了。那个橘子怎么说呀？橘子是最难的哦，这个一般人发音发不出来，是因为需要一个共鸣腔，鼻音与脑后音夹角的一个共鸣。哎呀。好找这劲儿还，哎，声音特别嘹亮。您来，学弟发音都这样，就是、嗯、啊 orange。您再来来，啊 orange。哎呀，您去宫里工作多好啊！你这共鸣，你说什么相声啊？你说的是少年宫吧？少年宫，还真不错。对了，你嗓音得嘹亮。再问问你，来，哎，这个你来了，来，女孩怎么说？女孩 girl。哎。那要两个女孩呢 ？Girl， 为什么加个 s？ 复数啊。哦，复数，对吧？有知识，有学问。哎、男孩呢 ？Boy， 两个男孩。Gay。把他爱好还说出来了，你简单吗 ？So easy， 好、啊，别 so easy 了。哎，咱问问你，来，咱问问这个家人，家人，你说父亲怎么说？什么？父亲怎么说？你是个大家庭啊！问题，世界处处有家属，你这是。我有钱了，嗯。什么名字？父亲。你们这票今天算值的，凉凉脖子就吃亏，知道吗 ？Father。答应的我都没听见。我好家伙，我发现我的爸爸比你还多呢。那是，那是，你是大家庭。嗯。母亲怎么说呀？他还没说呢，哎，你猜，我从大伙的反应当中就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爹多娘少，用我这儿了 ，mother。好，你们差不多了，都饱了，您吃饱了都。看怎么了？再问你一个，爷爷怎么说？你都多余问了、哎、，father 的 father。Father 的 father， 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， 对，那甭问奶奶是 mother 的 mother 啊，那是姥姥，奶奶呢？没文化不可怕，可怕辈分都不同啊。问问您，奶奶怎么说？告诉您，记住了，爷爷是 father 的 father， 奶奶是 father 的 mother， 老人是 mama 的 mother， 老爷是 mother 的 father。哎呦，我糊涂了我。哎，我问问你，来，祖宗怎么说 ？Father 的 ，f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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ther。
你哪那么多八卦？你往上倒呗。什么往上倒？怎么了？知道祖宗用英语怎么说吗？怎么说？告诉你，记住了。来 ，monkey。你要这么说，我问你一个单词，你也不会，你问不住。无爱不欢，英语怎么说？知道怎么了吗？不知道。告诉你，记住了，无爱不欢 ，no 啪啪啪 ，no 哈哈哈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刚才是金鹤兰、李云天跟您说了一段，对，这场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。还是我们俩，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嗯，都是我的，也是生活所迫呀。跟生活所迫有什么关系？叫第二次出台呀。第二次出现在舞台。哎，没错。特别的开心。嗯，来到悉尼演出啊，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。德云社来得是第四次吧？德云社来了好几次了。对了。有两次没带咱们，你忘了？不带咱玩然后这次呢，是我们的自己的商演，我们也不带他们。几年前我们来过一次，对，那个剧场比现在小。第一次来澳洲演出。啊，这场演出那么多人，好，很开心。是，真的，悉尼的朋友真的有钱的多呀。在城市发达一点啊，送的花也多哈。嗯，有没有就有拿筹码往台上扔那种，就那种感觉打死我。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脱衣舞才这么干哈，脱衣舞才会往台上扔筹码。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姑娘。没什么看的，没看的，对对对，流氓，一个筹码都没有啊！这都成什么人家了？几个姑娘坐在底下脱，干嘛呢？这稍等一下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记这么费劲，脱可不脱得够快的。还是有职业操守的。哎呦，停了！哎，我能够着，来来，你试试来。你怎么抱的呀？是啊，你看我这么抱。这就是智商啊！你这么抱不就完了？哦，原来就是这样啊！得亏你不是女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你都够不着，你都。谢谢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变相，脑子聪明，嗯，知道吧？万事万物里是都它都是都是有规矩的，知道吧？再说一遍，万事万物是你，对对对，它都是有规矩的，哎。比如说啊，观众朋友们坐这儿听相声，啊，笑，它都是有规矩的。笑有什么规矩？研究笑了吗？笑，你知道笑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笑。知道笑。你知道笑，我很开心。你知道笑，我跟你妈，我们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去去去去去！我抽你我，我知道笑着你我。我说的是笑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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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您那是什么？笑容啊！您那哪儿笑容？那不是贱吗？那玩意儿。笑跟贱是有区别的。笑跟贱。笑是这样。笑。贱呢？不一样。贱笑。
姑娘爱看这个，心疼你们头一排啊，脖子快累疯了吧，快啊，成那样了都。正对面这个姑娘从来没有看过我，你是一直在谈事儿哈，忙呢啊，他脸一下就红了。我说了两场了，他没有看过我，一直在聊事儿哈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谁说我长得丑？我看你长什么样？谁站起来？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。这是整过以后的，知道吗？你没见过更丑的时候。失败了呗。笑是有区别的。还有区别的。嗯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啊，就这笑脸啊。啊。来得快，就是脸恢复的慢。对呀。没研究。没研究。嗯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好。哎呀，这个相声说得好啊。嗯，对，这岳云鹏、孙越，哎呀，这包抖得多好啊！哎呀。哎呀，笑得还真快。哎呦我的天哪，真逗这俩人。这才回去，咱别这么吓唬人行吗？这是规矩啊！您到这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没有，您这随便来着呢。你来得快，回去快；来得快，回去的也快。你省得耽误后边，不好看。好看，再来回。来回，这相声说的好啊！嗯，云鹏、孙越真逗，这俩人。哦，走得太突然了，合适吗？不合适吧？是，这是规矩。是，万事万物是一理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什么？比如说简单的例子，挠痒痒、踝痒痒都是有规矩的。哦，以这个腰为界限。是啊。腰以上痒痒了，往下挠。哦。腰以下痒痒了，往上挠。哦。这是规矩，研究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找不着腰。你看这个回答我很满意啊，找不着腰，找不着腰。来，骂人别揭短啊，你这一部分就是腰。好，你脸还宽呢。你腰为界限，腰痒痒了怎么办？腰痒痒呢？横着挠。横着挠。哦。比如说脸上。脸上。被蚊子叮了。嚯，就你这脸。哎呀，哎呀，泥儿都下来了。还挺痒痒，挠挠呗，挠挠，来，哦，往下挠，哦，是，看见了吗？哦、往下挠，哦，比如说腿上，腿上，啊，又招蚊子了，嗯，嘿，痒痒，痒痒，挠挠，哦，往上挠，哎，往上挠，哎，这是规矩啊，哎，不要打破它的规矩，规矩都是人定的，你解痒就完了吧，你管它往上往下呢。目的是解痒呀，对呀，怎么挠都行。你上边痒往上挠不好看，下边痒往下挠，来回来，啊，又叮一个，啊，痒痒，挠啊，快点，嘿哟，这是个狒狒，这是不好看，哦，是，比如腿上，腿上，腿上痒痒，嗯，挠了，嗯。你这尿垫杆子上还是狗，这是例子吗？这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？是，举个再简单的例子，大街上走着呢，嗯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。回身转脑袋还有规矩？当然了。什么规矩？先转脑袋，嗯，再转身体。就是听见有人喊脑袋先转过来，身子再转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我就没观察过。
咱做一个表演。好啊，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。可以，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。行啊，来，您前面走着啊。好的，我喊你啊。大傻子。哎，傻子没听见啊。你大傻子，不让我喊你吗？喊我岳云鹏。哦，喊大名啊。你小名大傻子呀。瞎说，老告诉人家。哎哎，差点你给我带过去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上来，我看看你什么样。这上今儿卯是卯，我看今儿就挺好啊，挺好的。来吧，旁边那个是你什么人？朋友啊？什么朋友？街坊，街坊啊。哇。哇，这么开阔的地方还有街坊。我没有想到啊，今天的演出改群口了啊。真好，真好。一会儿楼上去找我好不好？咱俩聊一聊啊。嗯，喊你啊。嗯嗯，哎，岳云鹏。就二傻子，别了，别废话。怎么着，你也去买药吗？我治病去了。你的药也吃光了。哎呀，傻子我还排在二呢，我是不是先转脑子？你还别说，真是啊，一听他叫唤，脑子先转过来，哎，身子再跟他转。哎，打破这规律呢，不好看。好看，再来一回。先转身子，再来回啊，后转脑袋，一样。岳云鹏。啊。谁呀？我可能喊错了。谁？等我一会儿啊！我可能等不到你。马上！哎，属直鱼的，这不怎么样，这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，这么着吧，这脑袋身上一块转的，一起转，好看，更难看了。整齐划一，再来，您来，您来，岳云鹏。老公了，刚才啊，转错了，躲开吧！你自己火化这是怎么着？诈尸的是怎么着？这不好看，这不好看，这不能打破他们。这倒是，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，还有什么呀？说话都是有规矩的，就是最简单的说话。哎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场合，嗯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。哦，这个大小声呢还不一样。当然了，那哪儿声音大呀？声音大呀，饭馆里头说话声音就大。饭馆。对了，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。全世界就俩人，全世界都听见。对，就目无旁人，噼里啪啦说出来，哎呦，声音特别的大，就自然而然声就大了。对，他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。是吗？怎么都打起来才开心呢？饭馆啊，我怎么没有这种体验？咱们两个人做一个表演。模仿这个啊，可以啊，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，行，您来一个嫖客，咱们您来，您来，哎，等会您来一个食客，咱们两个人呢好好合作一回，行了，我说错了，咱们俩合作，你可能没说错吧，你，就是我来嫖客是吧？你来小伙计是吗？我有那么惹火吗？不要瞎说啊，因为你讨厌我媳妇在那坐着呢，我媳妇也不跟哪儿坐着呢。
是不是跟人打赌了？怎么了你？他老公可能掐了他一下。这是我历史以来最兴奋的一次演出啊！咱俩做一个表演啊、哦，表演这个，我来这个饭馆的这个小伙计，我来这个吃饭的饭曲儿，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，好不好？这声儿声都大了，来了啊！行行，来试试，来什么情？饭馆，这是一饭馆，嘿，有喊堂的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饭有菜，还有汤。走一走看一看哦，都废话着呢。来干什么？就是我们挑灯看一看，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点一点，随便看一看。来，嘴怎么这么碎啊？来，不看菜单了。要等着不认字吗？你不认，不过聊天那怎么不看呢？这是饭馆吗？没走错啊。我吃的简单。干什么？你听着啊，一盘花生米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这么大肚子够吃吗？管着管不着啊。行，够吃够吃。一盘花生米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哎，你尝尝。这喝去。是不是声音大？喝去。你这那往这一站，你一喊我就知道了。您说这饭馆解放前？错了，北京的老饭馆。错了。怎么呢？现在也这样啊。你有功夫治治嘴去。没有啊，解放前的老饭馆，山东人开饭馆，有那个跑堂的喊堂的，一进来两位雅座全那样。现在这样。现在不兴这个了。现在你看咱这悉尼就说那西餐厅那门口的就是穿的干干净净，挂一手巾板那个。那叫服务生，叫不叫叫什么那玩意儿，那个 waiter 啊什么那个，你看人家说话都声特小，那到那一拉座什么都小声说，声音小，你小点，再来一回，不合适，小，再来一回，安静，用餐的环境要优雅，什么都不懂，一边笑。头来了，你这合适吗？这有点不合适了，不好看，太害怕了。这是说话声音大，是小啊，这哪声音小啊？哪一个声音小？公园里头，为什么呀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，啊，就是声音特别的小。公园里，对了，
青年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，哦，不一定，就是两个人用艳语共生。别胡说，我说就是标配。您稍微等一会儿。嗯。什么叫标配？男女谈恋爱。标配就是男女吗？对啊。高配呢？女女男。高配这么好呢？顶配呢？女女女女男，还是顶配好啊？肯定买顶配啊！您等会儿，咱没聊这个啊。咱说，就说一般就是男女谈恋爱，男女谈恋爱，哦、两个人谈恋爱，找一个环境十分优雅的地方。哪儿啊？前面是山，后边是山，左边是山，右边是山。俩人坐盆地里了。中间有个长廊。两个人往那一坐，您等等着，行，没有，三面是山都行，有山有水，有河流啊。两个人往那一坐，夜雨莺声，是谈恋爱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是吗？声音特别的响。哎呦，这我还也不太了解。咱俩做一个表演，表演谈恋爱啊，好不好？是。这就开始啊，那个女同志，我们这是假的啊，你这也不是真的。我怕他生气，你往心里去了，怕他生气。嗯，我来演这个男的，谁啊？好不好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，嗯、而且我喜欢这种大胖娘们儿。你等会儿，我不知道你胖不胖啊？我喜欢那种，你宽一些的。你等会儿，您来不了男的，怎么了？这男的哪有这么胖？那不女的哪有这么胖？男的都胖着，女的瘦着。我不瘦啊，你跟我比你瘦多了。行，对吧？你来这女的，那我来女的。对，大闺女，你来男的，我来男的。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行，咱俩谈恋爱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知道谈恋爱就是你说，哎，你看这模样，您这哪点像女的呀？那我捯饬一下，好吧，化个妆。哎，不是，长这模样，化完妆能像女不能？是。嘿，夏威夷小短裙儿。这个，这样的东西悉尼有卖的吗？有啊。嗯。这有啊。悉尼买完都是烧着用。这不是我妈用的呀，这是。嚯，给阿姨带。嚯。什么？啊！我说听不见了呢，还是缺心眼儿。我这他妈猕猴桃成了精了。两块俩，两块一个，这谢谢。真后边有一个男的，请你把手机放下啊。那个男的用的是诺基亚，这个有点。能有人拍你就不错了，人家拿板砖拍你。阿姨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啊！阿姨就想起自己的妹妹，反正。可是这个大爷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一直。大爷输了。大爷昨儿输了吗？大爷可能听不清，可能。坐头牌听不清。头一排大爷永远没有效果。哎呦！这看得太清楚也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说我长得像蚕豆成精。哎呦我的天呀，长得土豆让车压的。来吧，今儿周末约我的朋友约个会，也介绍对象呢，是吧？也不是来没来。你说你就不能放一回鸽子？你快一点，我都觉得自己恶心。我都咽了好几口了。那来了，来了，还得叫他。那个来了哈，那个大秃子。
您稍微等一会儿啊。这人老有学位啊，大秃子像话吗？哎，那怎么着？您是个姑娘，年轻的姑娘，大秃子像话吗？哦，年轻哈、啊，行行。来了。来了。二秃子。你看，你还别说，真年轻了一些啊，成二。这个姑娘怎么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？你还得长花长草呢。对。嗯，来了，来了，菜花。你们家的姑娘叫菜花啊？您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菜花有花就行，有花就行啊。来了，哎，菜花。谁喊的花姑娘？看你的模样，生过七个孩子了吧？还真不闲着。你们这一片笑的不是我是不是？这片是写生来的，拿着当动物园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来啦！我当你猴好看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快点。你比猴好看也不露脸，就别正经了就行了。我追你这样行不行？我花了多少钱？来，我追你来。然后我头哪儿那儿呀？你笑点跟别人不一样。哎，就菜花了，得了，忍着吧啊。那个菜花，土豆。不是谁家爷们叫土豆，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。行，反正你比猴好看。菜花，土豆，那什么，黄瓜最近好吗？这不跟西红柿好上了吗？哎呦，那紫甘蓝多神奇。搁着，还紫甘蓝，耳朵差点都没听懂，我告诉你。你从菜地里出来吧，那么爱吃菜是不是？菜花，土豆，那个，我问你，那个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是不爱你，我是茄子，出不来了。那个，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行，以后我们改。就是你，怎么没死呢？那个，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想不起来了。你看咱俩也交往这么长时间了啊。我呢也是没办法，要不咱俩就这么着吧，那个下个月结婚吧。结婚吗？嗯嗯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辙。那下个月就结婚了。结婚你再拉钩。拉钩上吊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就憋的。躲着我。那么恶心人呢，怎么的？是不是说话声音小？您是不是觉得很甜蜜？没有，并没有。没有，不是您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啊，我明白过来了，就是六七十年代啊，就是我父母那一代，就是谈恋爱这种感觉。现在也这样。没有，过去的谈恋爱怕人家瞧见，都躲在这个没人的地方，俩人窃窃私语。现在可不这样了，你现在你都说了，那谈恋爱男女都不分了，你说吗？你看这90后00后走大街拉着手都抱着大街就啃的有的是，你谈恋爱又不是做贼，那么小声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大点声，大点声。对，有爱就大声的说出来，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对对对，不合适，合适，合适，来，大点声。他怎么了？哎，今天了，见我那个朋友去。什么时候理的发的没告诉我呀？
来了，来了。海炸弹呀、啊！海花土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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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土豆哦，五毛钱包人。一看见刚收摊儿，彩花土豆，我问你怎么着？你爱哥们儿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！我要不爱你，我他妈茄子！哎哎哎哎，都爱哥们儿什么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哎，哥们儿什么？老娘打不起来了。我娶你啊！我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没辙，我告诉你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娶你，你信不信吧？我信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下月就办事儿，姐们嫁了。人家还你别来这茬，姐们要跟你入洞房，我怕你这。继续欣赏相声，写对联，表演者刘鹤春、史爱东，有请二位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今天是岳云鹏老师的相声专场，是说了两段了，好，特别的辛苦，太辛苦，说的挺累的。嗯，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我们两个人上来。给您再说这么一段，该怎么表演了？同时呢，给您各位一个上厕所的时间。哎，然后岳老师呢，也就是喝点茶水。对，啊，解解渴。对，您上厕所，他喝水。哎，不着急，碰上了，慢慢的去。哎，我们俩慢慢的说。嗯，保证不耽误您听最后一场。耽误不了啊。嗯。这好多朋友啊，可能对我们两个人不太了解，不认识啊，不认识。嗯，我们俩往台上一走啊，好多人还私底下还说呢，说什么呀？前边这个孙子是谁呀？哎呀，孙子呀，没这么说的。有的朋友还是认识您的啊，熟悉。有的朋友认识您啊，怎么说？跟旁边的还解释呢。嗯，他您都不认识啊？您查查。这孙子叫史爱东，没听说过的，骂上了。史爱东，史老师，您老师。其实我跟史爱东老师合作呢，啊，我们是临时的搭档，哎，临时搭了这么一对啊。他不是我的原配，哎，你也不是我的娘们儿。什么叫娘们儿？什么叫原配呀？我们俩原本不是一场啊，不是搭档。我们来澳洲四场演出，嗯，今天最后一场，嗯。四场我都是跟石老师，是是啊，平时在国内我不跟他啊，我跟那个就是李云天，啊，就是当孤儿的那位，嗯，他跟前面那个孤儿他是一场，哎，对对，没我他就孤儿了。嗯，我呢跟关鹤百，哦，关老师啊，我们都是赫子科的演员，是是，我们俩一场。嗯，那为什么这回出国我没跟关鹤百一场呢？那为什么呢？那有个原因，您说说。关鹤百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其实站在台上我不愿意说。不是，您也说说，让我们关心关心吧。出了点小车祸。不大啊，怎么个车祸？那天啊，正在路边遛弯呢，不走着呢，身背后开过来一辆大卡车，嗯，砰，撞飞了。这还小车祸呢？小车祸。好家伙，躺在医院一个多礼拜了。没好。今天下午接了一电话，我接一电话。怎么说？大夫告诉我，嗯，可能过不去今天晚上了。好，奄奄一息了。听完之后，我的心情非常的难过。是。为什么跟我合作过的人最后都这样呢？你他妈方人呗！咱俩呀，说一段相声。我呀，走了，我。别走，别走，那车等着您呢。没听说过的啊，多瘆得慌。
这您要这么说，谁还敢跟您合作呀？跟您开个玩笑，您别吓唬我。说实在的，站在舞台上啊，我很感谢石老师。您感谢我什么呀？石老师对我的帮助特别的大。哎呦，互相帮助啊！私底下我们是好朋友。那是。对我的帮助也很大。嚯！石老师相声说得好。您捧了啊！四门功课您各位都知道。什么呢？哼哼哈嘿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什么哼哼哈嘿呀？四门功课吗？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样样精通，都练过。而且嗯，好学习。是啊，学历高。哇，石老师是大学毕业，这您知道。像他这个岁数啊、年轻的时候好多都没上过大学。可不是嘛。啊，石老师是一个哎特殊的，北京毕业的。哦，石老师是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的。没错没错，北京工业大学考古系的文艺特长生。哎，我他妈都学砸了，我跟您说，考古系的文艺特长生，怪不得我说了相声呢。学的专业是化学。哎，好，体育老师带的课。那这化学老师呢？做试验的时候把自己给炸死了。没听说过。所以说学的好不？学问特别的大。那就没学问了。平时好看书，好学习。对，每天在家都看书，养成了习惯。每天都看三斤多。没听说过的，我买烙饼了是吗？您买那旧书回家看。啊，领金腰的书。哎，回家学习。嚯、哦，我呢也喜欢看书。您也喜欢读书？我不单喜欢看书，还怎么着？喜欢作诗。您得喝多少水才能坐下就诗呢？尿炕是吗？您说喜欢作诗吗？作诗，诗词歌赋。哦，诗篇的诗。哎，哦，在家创作一下。哇，写了不少的作品。有什么作品呢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我数不过来了啊！太多了。您有没有拿手的，带着稀泥，当着各位朋友的面给我们朗读朗读啊？哦，啊，你要听我的诗作，学习学习吗？你要听听我的诗作。是是是。你洗澡了吗？不是，您这诗有那么脏吗？什么叫脏啊？那干嘛听这个还得洗澡啊？这表示恭敬。哟嚯，这您就不懂了。不明白。我在家写诗作诗的时候都得净手焚香沐浴更衣。哦哦哦，啊，先洗澡。嗯，洗完澡之后点着那香。嗯嗯，浑身熏。哎，熏。哎，留神了着，我跟您说，您来烫伤喽。烫伤什么呀？哪有这么严重啊？啊，必须虔诚。您要这么说啊，我出门还真是洗了个澡。洗完澡没问题。行，那你回酒店待着。啊，干嘛？一会儿那人就去了。哼哼哈哈是吗？什么叫哼哼哈哈呀？什么叫我酒店待着，一会儿那人就去了？什么意思？听您的诗篇。听我的诗。对呀。行，我在这儿念一下我的诗作，读一读。但是有一样啊，词句可能比较文雅。嚯，文言词比较多，高深。如果有不懂的问题就举手提问，向您请教，随时打断，没问题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不要有心理障碍，不会有顾虑，不要觉得我学问高。嗯嗯，我跟你的长辈似的，不要这样。我疯了。我没这事儿，您想多了。念一下我的诗作。您给我念吧。可能比较文雅。您念听着。嗯，那一次摇摇晃晃，全不顾人家腹内肿胀，从此后斜倚门窗望，盼君把价钱商量。于是随你回家，又一阵翻滚浪荡。你只说爱人家白白胖胖，让你吃一口我的冤家，湿了你的衣裳。哎，怎么样这个吟诗？标准的吟诗。什么叫吟诗啊？那可不是吗？什么翻滚浪荡啊，啊，这不吟诗吗？你没听明白啊？我明白了，里边一大胖娘们儿。啊，怎么这里边怎么还有大胖娘们儿呢？白白胖胖。没听懂您的意思。整篇诗没听懂。整篇诗什么意思？元宵。没听出来。写的是元宵。还元宵？对。哪儿有啊？那每句都是元宵。您解释解释头一句。头一句啊，那一次嗯，摇摇晃晃，这怎么意思？元宵都是摇出来的。
这摇元宵吗？元宵跟汤圆不一样。怎么呢？汤圆是用面包的，包汤圆。元宵呢是先把那馅儿团成小球，嗯，放在面里边，嗯，有个大笸箩，嗯，摇元宵，摇元宵吗？嗯，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，摇元宵。啊，您是这么个摇摇晃晃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这么个摇摇晃晃。您没比划，我哪知道啊？那一次摇摇晃晃，下一句，全不顾人家腹内肿胀，这怎么意思？馅儿越摇越大，包起来了，腹内肿胀鼓起来了。哦，元宵个儿大。哎，哦，明白了。哎，再有呢？从此后斜倚门窗望，这怎么意思？这怎么意思？你不知道吗？这我明白。来了，来呀。斜倚门窗望，站街的多新鲜。不能因为您头发长您就站街去。跟我头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像您这模样也卖不上价去啊。看在谁那儿了？在你媳妇那儿能卖上价？什么吧，我媳妇跟你媳妇不是一只眼睛。什么？没我媳妇儿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怎么意思？从此后斜倚门窗望，拟人的手法。拟人手法。元宵做得了，您得放在那个橱窗里边卖吧。这摆上啊，冷柜橱窗啊，镇上好比那个元宵等着有人来买。哦 哦元宵正等着呢，斜眼门窗望，怎么还不来呀？来呀！我听着还在别扭。啊，拟人的手法，呵，写的高了。哎，再有，判君把价钱商量。这商量什么呀？商量价钱呢？这卖元宵有什么商量价钱呢？你买东西不划价吗？啊，也砍价啊。多少钱一斤呢？便宜点行不行啊？是啊。你买元宵扔200块钱，拿俩走。没听说过的，100块钱元宵，有吗？没这事。所以说，判君把价钱商量。嗯嗯。于是随你回家，这怎么意思？买回家去了。哦，又一阵翻滚浪荡，就这句最浪，我跟你说。哪句最浪？翻滚浪荡，这怎么意思？你就别揉了，你这什么别揉了？翻滚浪荡您不懂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煮元宵啊，这元宵在水里边煮，啊，开了，翻滚在水里边翻滚，那浪荡呢？如同在波浪里边游荡，翻滚。翻滚浪荡，浪荡不怕烫着。翻滚浪荡，再有，你只说爱人家白白胖胖。这大胖娘们出来了，大胖元宵。嗯，谁不爱吃那个大的面白的呀？是啊，白白胖胖。哦，这么个白白胖胖，让你吃一口。啊，废话，煮完了你不吃吗？那当然得吃了。冤家。哦，这么个冤家，湿了你的衣裳。这什么意思？馅儿咬漏了，滋出来了。非得滋这儿是吗？你比方说啊，元宵煮得了，嗯，拿筷子一夹啊，尝尝吧，啊，烫啊。是啊，吹吹，这舌头还挺灵敏。滋，哎呦呦，滋这儿，哎呦，湿了，哎呦，非得湿前襟儿啊？废话，那这么咬不湿这儿吗？湿后边，哎呦，哎呦，没听说。那你肉元宵扔我里巴里头了。嗯，哎，你告诉我，那大胖娘们在哪儿？哪有大胖娘们甩东？什么叫大胖娘们甩东啊？甩东哪有大胖娘们？甭玩这套啊！什么解释？谁听得懂啊？各位，龌龊，龌龊，我还龌龊了？甩东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龌龊啊，我都快喜欢上你了。哎呦，行了行，我谢谢你。嗯，不要这样。你还是跟孙悦结婚去吧，我跟你说。啊，所以说嘛，啊，跟你没法沟通。跟我没法沟通，您不解释清楚了，谁明白？不是，我们这都是文学意味，你怎么能懂呢？您这文学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啊？就冲这篇诗啊，也不怎么样。不怎么样啊？不怎么着？最拿手的我还不是这个。那是哪个呀？最拿手的我是写对联儿。就写对联，逢年过节，嗯嗯，就爱写个对联儿，啊，贴上啊。做对联最讲究的就是对仗，啊，对付对仗，您懂。我们小时候都得读，都得背，哇，笠翁对韵，这您懂啊？您跟我们说说，讲究什么呢？讲究什么？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嗯，晚照对晴空，是，来鸿对去雁，宿鸟对鸣虫，嗯，三尺剑，六钧弓。岭北对江东，人间清暑殿，天上广寒宫，嗯，两岸晓烟杨柳翠，愿春雨杏花红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，嗯，机器猫对维尼熊，哪有这句啊？
武藤兰对苍井空，你没听说过？您这在日本写对联呢是吗？甭管在哪儿、啊，这我们都读过这个。读过是不假，听出来了。啊，能写吗？当然能写了。真能写啊！只要出一题目啊，怎么着？当时上联下联就写得上来。有题目上下联，完了再送个横批，哇，画龙点睛，人就看这横批了。点题，您瞧这嘿呀，那今天巧了啊，我代替各位啊，向您出个题目，可以写不上下联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可以可以。我说啊，这煎饼您吃过吗？当然吃过，煎饼谁没吃过？那您给这煎饼摊儿来副对联，给煎饼写对联啊？这没法写，怎么没法写？写了没法贴。怎么没法贴？写完对联贴煎饼上，那不糟践煎饼了吗？对，那贴哪儿呢？贴这个防风罩子上。您写短着点，窄着点，字儿小着点。给摊煎饼的写对联，能写吗？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您说上联。上联，上联是上联是，撑圆面稀，瓜开大。哎，我说吧，妹儿啊啊，您这光说不成啊，您得给我们解释解释，什么叫这个撑圆？撑圆面细，瓜开大啊啊！摊煎的饼，摊煎饼的饼撑啊啊，圆的是这么大个儿，撑圆啊。面细呢？怎么讲？摊的面可是细的，嗯，都和好了啊。瓜开大怎么讲？快一勺放在上边儿，拿过那个工具来，哦，那个工具是这种形状的，这叫叫篦子，我还想篦子看。它一刮呢，它就大了。哦，撑圆面细，刮开大。嚯、哦，挂煎饼这样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手腕用劲儿，走。哎，是是是。哎，走。连他妈他都摊进去了，这不是煎饼了，这改热狗了。什么叫热热狗？是红的。什么热狗？您摊小着点儿啊，一趟就红了那狗。哎、一趟就红了。对，这是。这放您解释上来。哎，撑圆面细，刮开大。下联呢？下联是葱多酱少，卷上长。这怎么解释？多放葱提味儿啊，少放酱，别太咸了。我怕咸着。卷上这形状啊是长的。哦，葱多酱少，卷上长，横批越吃越短。废话。哦，行了，那边都支出来了，别吃了。越吃越短，有越吃越长的吗？有啊。什么呀？贪吃蛇。贪吃。越吃越长，越吃越长，撞墙死了。诺基亚手机游戏。对呀、啊，在家什么都玩过。多新鲜呢！哎，好，行行行。上联下联送一横批。是是是，画龙点睛。点题啊，听出来了。哎，我说啊，这个厕所，您能给来一副吗？公共厕所。是啊，公共厕所没法写。怎么呢？上面有对联。哪儿有啊？那上联啊，向前一小步啊。下联文明一大步，嗯，横批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没听说过的。这横批比上下联都长，啊啊！您单独给写，单独写，哎，公共厕所，对，听我说的对不对？您说上联，上联，啊，进门来呲牙咧嘴，这怎么讲？憋的，哦，又不行了，哦哦有人，哎呦，有人，啊。有人啊，对不起，大姐。大姐，您进的男厕所女厕所？大姐，我要解大手。好，您别反过来说。哎，好呀，吓我这一大跳。进门来呲牙咧嘴。啊，憋着。下来呢？出户去展眼舒眉。这怎么讲？拉痛快了，舒坦了。哎，哦，横批先拉后擦。废话，那不是先拉后擦吗？啊，哪有先擦后拉的呢？先擦后拉不成，怎么呢？废纸啊，对，不擦废裤衩呢。嗯、啊，你有经验？谁有这经验？你有没有经验？别擦了啊！哪儿摸哪儿啊？您这先拉后擦。行了行了，上下联送一横批，怎么样？您这文人呐、啊，也不怎么样。上下联啊，还都凑合听。对、啊，尤其这横批、嗯，一个不如一个。什么越吃越短，先擦后拉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呀、啊。让他给在座的各位朋友来一副对联，咱不听上下联，主要听的是横批。横批写好了，各位您给他鼓鼓掌。横批写不好，您拿起茶壶茶碗就凳子椅子您就拽他，拽死他，死当我中年丧子。听的就是横批，对不对各位？哎，
我说，哎，老师，啊，刘老师，刀刘，什么叫刀刘啊？您这吃做的肉包的，您能给我们在座的各位观众来一副对联吗？哦，给在座的朋友们写副对联。悉尼的朋友多好。可以，好啊，没问题。啊，但是呢，有这么一点，上下联啊，咱们好好的写。啊，横批就算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时间了。怎么没时间了？赶紧，我得一会儿回国呀。啊，开会去，开那个“一带一路”那个会。您赶不上了啊！您赶不上了啊！我跟您说吧，您必须得写横批，听的就是这横批。各位，没横批成吗？煽动群众，没那意思。煽动群众，好好的，多坏！哎，您看这观众全是捧您来的。行，嗯啊，这个上下联，上下联，上联是上联啊。听着，观众朋友们。请诸君到此处消遣娱乐，下联听我们说相声，敞笑开怀。横批多福多寿，多福多寿。哎呀，我说啊，这横批怎么那么好啊？我怕挨揍。嘿，好，说实话了。废话啊，你都托付的人还揍我。哎呦，我全听见了是吧？啊，您说您给这儿写啊，那儿写，给观众们写啊，您给您自己写。呦呦呦呦呦，给我自己写。看看嘛，是怎么着，我每天都给自己写。是啊，一天写几百字几百副。那他妈是挽联。那不是对联。挽联干什么？几百副几百副的。看啊，我这啊给自己写。摘一副最拿手的，最好听的。别最好听的了啊，我摘一副最次的吧。哇，最次的，您太谦虚了。我们天秤座就很自恋，你知道吗？天秤座，我看你是秤盘子座的。啊，那您这脸多平实，像不像秤盘子？每天给自己都写好几副，好几百副。您来一副上联。最次的啊！啊，最次的，给自己写。啊，上联是嗯，生得一身书生意气。哎呦，谁瞧出来了？我看流氓习气。下联，学来满腹经纶文章。横批。大众情人。哎呀，见过没羞没臊的，没见过您这么没羞没臊的。少女终结者。哎呦，嚯嚯嚯嚯，少妇杀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横批可越来越好。哎，我说刘老师，哎，您能给我来给谁呀？我呀，那不糟践对联吗？什么叫糟践对联啊？给你写对联有什么必要吗？怎么没必要啊？不得有一个事儿啊，得写对联。您说得有个题目。对对对，我结婚。哎呦呦呦，你结婚？是。那男的谁呀？男的。女的。女的，我的天哪！啊，女的瞎了。不是不是，女的瞎了，找你了。我跟您这么说吧，啊，我结婚的时候没碰您这么一高人啊，没人给我写。今天在这儿碰上您了，您给我补一副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哎，看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您说上联。上联啊。亲朋贺喜百余位，这怎么讲？人缘好啊，来的人多。哎，好，下联，新娘携子两三人。哎，我说这不对了啊，横批最好。横批是进门当爹。去你的吧。最后请您欣赏相声学歌曲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。谢谢，真好，真好。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人往台上扔筹码。哎呀，筹了我们俩。感谢各位，感谢。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写春联、写对联、写对联、啊。二位下去休息一下，对，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还有我们俩。这回给您唱一回。首先我要声明，五环之歌不能唱，不能唱。听一下解释，有解释。唱吐了，可以去退票，可以可以。退什么都行，退什么都行啊。听我解释。
唱了这么多年，一想起这歌都要吐。吐着唱。你们也太狠了吧你们。不要着急好吗？嗯，挨个唱，会唱，慢慢唱。嗯，会唱的好吗？对，五环之歌一唱就结束了，不要着急好吗？因为一唱节目结束了，别着急。嗯，这是我们多年的演出经验。对，有一次演出五环之歌提前唱了，嗯，第一场就把五环之歌唱了，第二次上来的时候他底下没有人了，但是以为结束了呢。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经验之谈。对的，还有很多歌星开演唱会，嗯，他们把好歌大伙儿喜欢唱的喜欢听的都放到最后压轴。对，这是经验。对，不能提前唱了，提前说了观众都走了啊。嗯，放眼看去现在很少有人走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个走了很多哈，厕所了，小孩，小孩回家了啊。哦，确实确定走了是吧？哦，那行。嗯，后边的补过来快。不用，没关系，他花的钱少，不能坐这儿。送花那几个可以坐这儿。谢谢谢谢。我发现那个头一排有一大爷，他一直，大爷你好。嗯，能听得见哈。多新鲜。是我们说什么能听得懂吧？应该听得懂吗？差不多，但一直没有效果。这个大爷，大爷可能笑点低一点。啊，哦，这个高了，这个高了，大家现场笑，你回家去笑。哦，您是有多恶心我吗？还是回家。看这票，这有什么呀？拿着票，你们是不是疯了？去看他。谢谢，每一位来的朋友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没错，您奠定了我们这次演出非常开心，奠定了我们的成功啊！啊，感谢在座的每一位。嗯，接下来我给大伙儿好好卖个力气，唱一回。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唱，这位老师呢？也比较喜欢唱，我一般，但是他说实话，他那个嗓子一般，我嗓子好，嗯，你真的，我嗓子好，打小我就保护好我的嗓子，就是长大以后就抽烟，把这个嗓子给糟践了，没有关系啊，哎，今天拿出我状态，要点脸，你嗓子好，你告诉我们干嘛？你还打小保护你的嗓子，他长大，怎么听说就是抽烟？就给你糟践了。怎么了哥？哎，你看我哥怎么了？这是我没怎么，就是有点赌心。别赌心，别赌心啊，你掉坑里了。我嗓子给您唱一首歌曲，这样吧，好，我唱首歌，我让你猜好不好？猜什么呀？谁唱的什么歌曲？猜歌曲名。嗯，没问题，听着啊。这太简单了，这个东西。当你老了，头一句就歌名吧。头发白了，行，嘿，睡意，行，知道。昏沉，当你老了，太展示还。走不动了，非得唱完了。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怎么样，这首歌？啊，唱的是不错。炉火旁打盹，这着了呗。您唱的是不错啊，就是您头一句就歌名，什么歌？当你老了，当你姥姥。不是我当你姥爷，当你祖宗，当你小区的祖宗，骂什么街呀？在这儿，那么还得给你立牌位是怎么着？您等会儿能听清楚了。哎，谁骂街了？你骂街了？当你老了。对，当你老了，这是歌名，这怨我了，第一句就把歌名唱出来了。一般这第一句都是歌名，没那个啊，都这样。你听着吧，啊，你唱。保住这个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就这句，就这句。干嘛？别猜。干嘛呢？这女孩的心思，男孩你别猜。就这句，歌名。可以啊。什么
以听这个啊。雾里看花，水雾里看花，望眼你能分辨这花莫测的是。雾里看花，雾里看花，换换换，你换点高难度。这第一句都是哥们儿，傻子都知道。哎，傻子，你唱一个我不知道，买药了吗？你管着。让我们打，让我们荡起双桨。等下，荡起双桨，咱别唱。这有的歌时候还没你呢。听这个啊，打起手鼓唱起。打起手鼓唱起歌，咱们唱起。阿莲，阿莲，这有什么送分儿的？这要搁赌桌上，你都输了，知道吗？真行。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？这么这么长的名儿？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？不够。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。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，让你放，让你去放纵，因为你有机会感动。关于流言，我装作无动于衷，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，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。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，多想问你究竟爱谁。既然那份是非，就别逃避，勇敢面对。给了他的心，你是否能够要得回？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？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。哎，过火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是这歌吧？过火。嗯，那是是。这是我的偶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。我从小视他为偶像，但是通过这首歌，我觉得这个人人品一般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败坏人家呢？真的，我跟他合作过，别让我伤心，我们俩在一起唱过。那怎么了人家？但是这个歌词说实话不太好。歌词怎么不好啊？他说的是关于柳岩，他装作无动于衷。我做不到。关于柳岩，我装作无动于衷。我做不到。这关不好过，燕子。没有你，我怎么好玩呀？真是的，净说瞎话呢。这都是我的。开玩笑啊，嗯，给您唱一个，唱一个好的啊。唱一什么好的？最近比较喜欢那首歌。您说说。而且也特别适合今天在座的各位。为什么呀？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很多都是海外游子，异国他乡，异国他乡很多都是背井离乡来这儿寻找自己的梦想，有很多心酸只有你们自己知道，每一个人都不容易。对，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唱给大家，叫橄榄菜。哦，唱给大家。各位吃什么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橄榄菜呀。哦，橄榄油，还是橄榄油唱给大家。不是西餐这，橄榄油干嘛？橄榄籽儿。哟，橄榄核不好吗？橄榄核不是，就没说对了。橄榄树，对，橄榄树。哎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哎呦，说好，我的故乡在远方，其实是很沉重的几个字。对，真的是，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咱们都是华人。嗯，说的都是中国话。嗯，希望各位有时间常回去看看。我的故乡在远方，特别的好听。好好唱啊！不要问我，哎呀，好听好听。我等家里出事儿了呢。就是好听，我一唱我就感觉哎呀，陶醉陶醉。行，您唱完再陶。不要问我，哎呀，真的很唱完舒服唱完舒服。不要
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。歌词好，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我会告诉你很多，好好好，很多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哎，您是那么唱的吗？这歌词里有橄榄树吗？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别唱了。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，哪有橄榄树啊？我会告诉你很多。没有橄榄树啊？我这倒腾完了才知道啊。不要，您这不是，您这杨钰莹？哦，对，不要，哎，对。不要问我到哪里去。改毛阿敏了，我的不要从哪儿来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刘德华了又改，停了。你不要再问我了，你会不会？你别问我了。到这边上为止就相亲和吹半天球，您唱对了我。你会这调都不知道，你真笨，听着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纳闷儿，我吹半天牛，你，哎，说这话丢人，我告诉你，受不了这玩意儿，真行，你唱吧，哎。你唱吧，你唱挺好的呀。你唱好干嘛呀？生气呀你？真生气了？你唱挺好的呀，我。不禁闹是吧？啊。你不是我唱你。玩小点的呢，你有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，我是一百的，你不是你有俩二十五的，你五十的吗？这句，你别欺负我，不好算账。赶紧把那二十五先给我，嗯，赶紧。别100块钱算了，我就这100了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爱哪来哪来吧你。你别乐，你乐钱又没了。我的故乡在河南。
这不是会骗钱呢？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，流浪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流浪远方，流浪。还有，没了，就没了，就一百了，就一百了，就一百了。行行行，可以可以。怎么样，这歌好听吗？嗯，行，这算我点的这个。嗯，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行行行，这鸟也太贵了。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你就为我这一百块钱。我的家乡在远方，在流浪。好好给，好好给大伙儿唱一个别的啊。嗯。最近。这没别的了哈，朋友们喜欢听什么我就唱什么。送情郎一唱彻底结束，整场结束，下班喽。女儿情是不是？咱们国内有个节目叫做歌手，4月15号是总决赛，然后建哥就给我打电话说。说小月，我想请你来帮我唱个歌。嗯，我就很激动，这是国内比较大的一个舞台，嗯，专业歌手的舞台。我说哥，咱唱什么呀？他说唱《女儿情》，我就听了很久。然后4月14号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对，当天晚上彩排，建哥就问我说，你唱《女儿情》的部分，我唱唐僧抒怀的部分，这是建哥想表达一种感情，一种情怀，对。唐僧的内心的活动，嗯，我说好吧，建哥说那你唱两句，让我听一听你是什么感觉，验验货啊，我就唱了几句。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我自己觉得还不错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建哥说这两句我来唱吧。你知道吗？就好比是当时给你了一个大嘴巴子，那是，特别的疼，特别讨厌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觉得唱的还不错呀。啊，建哥说歌词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对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特别美的两句。没错啊。可是你唱的是鸳鸯双栖蝶双飞，蝶双飞，这可能是你的一个愿望，但是呢，并不合适，并不合适。要不还是你笑的，嗯，爸爸舍得花钱是吗？鸳鸯双栖蝶双飞，咱锻炼了。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。后面是建哥唱唐僧抒怀的部分。虽然我正当少年，不知道朋友们注意没有，建哥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手转圈儿，就跟在这打拍子似的。啊，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嗯，他那个手转圈儿。嗯，总决赛的时候我一看。手递过来了，真的，嗯啊，他是怎么唱的？女儿国主一绵绵，我一看，嚯，手伸过来了，哎，我就接过去吧，你递过去吧，他又抽回去了，当时就后悔了。
最怕这女菩萨苦苦纠缠去不散。又升过来了。嗯，又收回去了。到了最后，不让你的眼睛有太多太多泪不停。又升过来了。也又收回去了。你也是受过训练。我外号小警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小警犬的，你挺好玩的呢。这个不开玩笑了啊，这个女儿行我确实唱的一般，没人唱的好。这个不错，大妈说不错。哎呦，大妈说不错，你也看电视了哈、啊、谢谢。哎呀，大妈说好，我就特别开心。哎呦，真的，大妈来这儿多少年了？六天了。六年啊，挺好，我以为六天呢，不到一礼拜呢。这位祖国来的。你也说了吗？说啊，大妈六年前是来旅游的，说完就没走，跟这打工来的大妈。啊，我说那手怎么比较粗糙呢？打入赌场内部了。嗯，挺好，不开玩笑吧、嗯、尤其是跟大爷大妈开玩笑不合适。对，虽然大爷到现在还是没有笑过。回家笑啊。给您唱一个别的吧。来什么呀？嗯，又见炊烟。好，这歌我比较喜欢，会唱的一起唱啊。又见炊烟。又见炊烟升起，暮色照大地，想问阵阵炊烟。头牌贵就能唱，都能唱，知道吗？换一个，蔡琴的一首歌叫做什么？羊，你挠挠啊，羊！叫那么半天了你。蔡琴的一首歌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唱给今天在座的各位，好好听啊！对，就闭着眼睛了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《西游记》看多了。是那圆圆的明月。可以了，不要唱了。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，是那潺潺的山泉。我唱错了，怨我了。有点秋天的意思。在耳边说，一嘴的妖精。爱我永不变，只为这一情。好拔啊！断肠也无怨，人心碎，风流泪，梦缠绵，情有。我发现悉尼很多人不要脸啊，这歌什么他不会唱，一到啊啊的可响亮了，说啊的可爽了，听着。西湖的水，我的泪，我情愿和你化作一团火焰。感受到你们的乏味了。多无聊啊，这儿的。
您等会儿吧，这不是太勤了啊，不是太勤啊，要唱太勤。是谁在唱歌？哎，歇会儿吧。温暖了寂寞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在那一片苍茫中，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。在你那么大一个悉尼没有 KTV 吗？你们都疯了吗？你们都起个头都唱，您唱对老先，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还敲打我窗？是谁玩命的敲打我窗？刘大爷。你拿我当你父亲不行？我不愿意。你我还不愿意呢，门就敲窗户。我完这歌唱给大家好不好？少一环，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，修到七环怎么办？你比五环多两环。这是我的一个成名曲。哎呀，行了，特别好听，会唱的咱们一起唱好不好？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，各位不要吝啬自己的嗓音，咱们嗨嗨皮皮的唱起来。什么叫嗨嗨皮皮呀？嗨嗨皮皮是我在淘宝的一个网店。哎，给我一百。我替你植入呢。啊，有辣酱，有鸭货什么的。行行啊，可以去买。嗯，可以了，一起唱啊。嗯，好不好？啊。大爷，发现一个问题，嗯，很多朋友不好意思张嘴唱，要脸。你说这话我不爱听，爱听还不说呢，不能要脸了，不能要脸，现在都什么时期了还要脸？什么时代还得要脸呢？今天不要了，哦，这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度过开开心难忘的十点左右。不要脸之夜啊！楼上的朋友嗨起来！你比刘欢少一欢，打开你的闪光灯，终于有一天。对，打开，有手机都逃出来。修到七环。修到七环，你比五环。我心疼楼上的那帮朋友，你们的闪光灯真的很亮，亮起来！前排这帮朋友，有钱的人，你们一个闪光灯都没有。你们都在拍人家。哎，你瞅那孤孤零零亮着一个，跟那跳台那。真好，真好，你们让我感动。前排这帮人，你们让我气愤啊！来，都打开，都打开，有手机都掏出来，打开啊！对，也不没收你们的，不能要脸了啊！没电了。啊！大叔，要脸是不是？逼着人家不要脸。终于有一天你会
请你把诺基亚放下。还怎么办？你比我还好。最近国内比较流行的一首歌叫《成都》，会唱的一起唱好不好？打开闪光灯啊！离开闪光灯不会唱了。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，雨露还要走多久？咱不会唱，你们起什么哄啊？你们在这儿不红吗？这个歌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，你会挽着我的衣袖，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坐在小酒馆的门口，那就不要留。不得劲，大帅，你们会的太多了，不能起头了哈。青藏高原，我唱给大家，我卖卖力气啊。嗯。好、嗯。看见什么了这是？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冷静冷静，是谁系列啊？别说着，你等。是谁带来？是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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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声线是有水平的，你呢？你别声线了，知道吗？要丢人了，知道没？一会儿。怎么了？那青藏高原前面好唱。是啊。最后那玉可高了，滋溜就上去了。你想多了。怎么了？我唱不到那儿就死了，就搬道了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？难道说还有无？就不能忘。哇塞，这还有人呢。人脸旁我看见一座座山，一座座山川，画地盘呢，一座座山川相连呀妈的。就你这业余生活就太乏味了。怎么了？什么词儿？呀妈的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前两天拍了个日本片，我可能日本片啊，这几个主演？俩顶配。场景换过吗？一个红亚妈亚拉苏、哎、亚拉苏亚拉苏亚拉苏，那就是青藏高原，亚拉苏那就是